哎，鱼伦次郎。哎，大哥。爱的话，哎，冯小生，我昨天就有预告了。可是我今天不能洗澡洗太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洗的大概40几分钟吧，40几还50，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洗太久。哎呀，鸡。比亚耶，今天好早，阿南，对，我也觉得蛮早的。猎鬼公司，哦，这中文叫猎鬼公司，我把它改一下好了。猎。游戏会不断更新，如遇到 bug，还要发送至电子信箱，也太那个了吧，好麻烦。游 戏的目标是驱鬼鬼魂，只是对你的一些要求做出回应。他有simple 不是他有要翻译的意思吗？Simple the detection use little RAM. Default Windows 10 vocal is not enabled. 给我们个信号。为什么每一个都要给我们个信号啊？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不要！谁要在安静的房间、黑暗安静的房间内游玩呢、啊？是想要瞎谁的眼睛？你这边我 assess prompt，对啊，就是那个，就很像啦。诶，对，我看一下啊、哦。我看一下。去看一下设定，然后看一下哪里有那个，从哪里啊？应该不是音效吧？应用程式与功能，Ghost Hunt Corp 哦，不是这个。
穿。是隐私权吗？Hi Nita, Hi Blue, Hi Lily。他穿在发光，笑死！啊，穿穿怎么那么香香？啊，等一下，我应该，等一下应该是要，找一下谜语的 Discord。看，谜语的 Discord 也太夸张了，他这个背景图是烧肉。太夸张了吧！是 Discord 的背景图，烧肉，谢喽。不行，阿川不能进化。虽然进化很帅，但不行。修改，他没有办法修改。我让他修改，是能修改什么？哦，不行哦。No. 嗯，不知道要怎么那个、欸，让他隐私权。等等，我看到，麦克风。选择可以存取你麦克风的，我看一下，bam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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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谢 Rusty 是六个月续订，感谢。哈罗，看个一场来睡。哈罗。没有看到这一个游戏啊。有 B4B， 有 L4D2， 有 GTFO， 然后没有看到其他的。为什么？哎呀，啊，可以啊，允许运用程式存取你的麦克风，可以啊，我都开着的。没有看到啊，算了，感觉有点复杂，就这样吧。害怕还没看到一场就睡着了，还好啦。感觉灵敏度也太高了吧，北七哦。音量低一点。干，灵敏度那么高，再冲一下200呢？200还是有点太高了。100挺刚好的吧？但是太恶心了吧？而且画面撕裂是怎样？这也太他妈太恶了吧！
看一下他的，他的画面不能调吗？Color change work in progress. 难的。这游戏涉及游戏吗？不是吧？它很像那个啊，恐鬼症。不是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的画面看起来超懒的，为什么？对啊。起来是没有很吃资源啊，我错觉吗？还是他原本就这么烂？猎鬼岩枪，哎呦，看来是哦。我说我不能射枪。圣水水枪是啥小？瓜仔嫩啦。我看，狼群俊豪 ，David， 米嘎，瓜仔，皮玉子。只有被鬼抓分，那只能查鬼啦。中尾子枪，啊，这个怎么放下来啊？不好意思，这个怎么放下来啊？根据鬼魂属性对其造成伤害或驱逐，它也可以取消需要驱魔诅咒，需要驱魔的诅咒物品效果。这把枪配备了中尾子发射器，因此它可以自动充能。好好哦。粗岩晶体、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怎么放下来？F 是丢是吧？他也真的是就直接，为什么他按右键是发射啊？谢狼群送了五份订阅，感谢谢狼群，什么8888退订？这枪看起来不错，可是好奇怪，为什么是按右键发射？这把是只能拿着的，前后抓取物品 UI 就使用手中物品，哦。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交换啊？那这个能不能交换啊？你怕送太多会讲不完？他不能进站了，哼！哼，哼，还可以搞破坏，好好笑、哦！这什么东西啊？哼，
我可以把笔电抓起来摔吗？欸、可以耶！我操！哼！啊，重点这个笔电超屌，摔不坏的。哼！去哪了？不好意思，那个。我靠！怎么飞到那里去？欸、这游戏什么都可以抓起来摔、欸，那鬼可不可以抓起来摔啊？啊，这个嘞，这太重了，好像没办法抓起来摔。哇、哦，太重的东西我没办法抓起来摔。也、欸、不是，笔电最好是有这么轻啦，就算平板也没有到可以这样摔的地步吧。嗯，那靠腰哦。你的目标是探明并驱逐超自然实体，不同地方出现的鬼魂都有凶猛，不要常躲避，用你的装备驱散他们。谨慎选择任务会出现不同强度关卡，强度越高，鬼魂越猛。在开始之前，请准备好足够的装备。任务开始后，你可以用房车里的电脑生成你之前购买的装备，把物品放在这个脑鬼地点，有助于你出各种证据。太夸张了吧！打团就算还加班。嗯，呀，好渴、哦，喝一下。嗯，还记得。找到证据，打开你的平板电脑。发现一件事情，我的耳朵好痒。现在该驱鬼了。如果你没有驱鬼，就逃离现场。你现场房子之外部署的东西就将丢失。哦，把昏迷的同事带回车上，可让他获得一些钱和经验。不是，他是昏迷的同事，而不是死哦。你们好了。你们在那个语音里面吗？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领身份证啊？应该是有吧。若点击贴图后，仍没有看到其他频道，我看到其他频道看，但是我没有权限。请在没有身份证留言等待人工发身份证。你，好好哦。嗯。找。哎、欸，我发了。Well, something special happened at... No? I just can get one more emote.
去他的台。好了 ，edo edo edo。进行游戏。有了有了。哦 ，A 二嗯嗯 ，A 二二一，要实定灯。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加入啊？好友。是啊，啊我玩这个游戏应该是这个游戏排最上面吧，莫名其妙。加入游戏可以吗？可以直接加入吗？喂，吓我一跳！你牙套装上了吗？啊，就一颗而已啊，牙套在这里啊。他是鬼我靠，我后面怎么有一个人，我去随便一个频道。哦，有了有了有了，我看得到了，我看到了。闲聊，看起来全部都锁住啊 ！Discord， 你怎么了？嗯，你不是小妹，爱法医。我先进一个语音频道啊 ，Game。需要黑狗什么灵？这什么老套的？喂喂，有，我们终于组满人的。对，我要不然你们都几个人玩？两个，再来三个，这是四个，不断增值，不错。我上次一个人玩，一个人怎么听起来有点凄凉？一个人超恐怖的，不是？不是普通的恐怖，一个人真的觉得我随时会被鬼抓走。不好意思，请问这里全部都是女生吗？没错。好扯哦。没有啊。怎么会？我的角色是男的。怎么会有一个都是女生的实况？太可怕了吧！哦，我有邀你们了，我有邀你们了。有吗？有，读取。对啊，怎么又只有我一个人？我进来了，有了。我刚刚去了哪里？现在是被排挤了吗？那我再要一次。完蛋！
我刚刚是点你的那个进行游戏啦。再邀你一次，再邀你一次。爱丽丝可以讲个话吗？嗨。好，你的声音有点大，我来调一下。应该可以了吧？越小声越好。这样你会尖叫的吗？有一点。哪有骗人？上次明是爱丽丝最勇敢的，真的吗？边叫边进去，我们也算勇敢担当哎。就上次我跟107在那边害怕，爱丽丝说：“我坐我前面。”不可能的，她超勇敢，而且她还是第一次玩。没事，初生之犊不畏虎，没有被消化都不怕、啊、不然你跟小萨 skin 会重复。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ESC 照片的，不对 ，ESC 个人档案，个人档案那边吧。对对对，没事，等一下我等一下调看一下那个。我换到了吗？没有。他不给我换，就是。等下我换好了，你们是我、啊、我现在长什么鬼样子？现在有照片，不是不是这个，帮我调。小红帽。我是唯一的阳性，不然我觉得我们这阴气太重了。哦、没关系，我就这个吧。哦，哎，你们两个一样哎。好，那我换、啊，我换。啊，没有啊，比较。对，这个。哎、欸、哎，搞、欸、完、oh. 好了，你要哪一个？你先说。好，那我原本那个，你换另外一个。Oh. OK。好。一男配一女，刚好。我们要去约会吗？你刚好是情人节。双双约会，双哎、欸，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专名专有名词是什么？两对情人一起出游那一个。啊！哎、欸，今天刚好情人节，对耶！今天刚好七夕耶。可以来七夕了吗？今天要去逛鬼屋。在鬼屋里约会刚好，这样子女生就会吓到啊，然后贴过来。结果是相反，会不会？结果是相反。好笑。如果男生啊贴过去，然后被一拳揍开，全剧终。结果是男的扒着男的。哎、欸，那大家想男的扒着男的，很好笑。难上加难。哎，躲掉，我挑一下，等我一下下。嗯，你已经知道怎么玩了吗？嗯，我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怎么玩？那里面我跟你讲。大概讲一下就好，应该跟那个恐鬼症差不多吧。我只发现他的那个用东西竟然是按右键，很不习惯。哦，对啊，还好啦，因为他其实他还要按一，然后按 C 是蹲下什么，因为你要蹲下来才能够捡到，有一些掉到地板上比较难捡，然、啊、后有一些东西要是掉到太深还会不见，所以丢东西要小，像是可能掉到冰箱下面啊，你就捡不到。我怎么找不到切换麦克风可以开关的东西的快捷键、哦、你是说游戏里面吗？嗯，应该不算是，还是我在 Discord 的。我只看到按键发话，按键发话 ，Discord 吧，在那个设定，然后对啊，我说我只有看到这个，我在想有没有切换可以开关的。你按按键发话之后，你就可以设定你要用哪一个按键。嗯。设定，然后语音讯息那边，你改成按，然后在下面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用哪一颗按键。找一颗，这个没有啊、哦！我看到切换，可是这是静音啊。
等我发，我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哦。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谢喽。要先选关卡吗？要要要，我要开我要开。嗯。就先选简单吧。好喔、哦。好。哦。欸，可是。哇，我会。这怎么了？可以跟他讲一些基本的语音。语音对，那可能要买麦克风，我要买一下。什么？跟鬼讲话要用麦克风？我说错了，手电筒了，我讲麦克风。手电筒了。我想说，我靠，现在是在要在里面开实况吗？猛鬼直播。嗯。我好像已经买了两只了，等一下全部拿出来好。好好好，啊好，我们就上车，上车就可以够了。我有200欧，哇，三脚架聚光灯，现在真的是外拍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帮鬼外拍，约会必备啦。哦，耶！我可以进开关静音的。哎、欸，我还没开车哈，还没把手电筒叫出来，还不行哇！你已经叫了，还不能放回去吗？不知道，等小撒上车。原来要上车来着。各位等等我，请问车在哪里？哦，在这里。等下他会喘哦，好烂哦。但是跑一小段就不行了，铁定是个肥宅。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手凹到，是我的错觉吗？我不能开车哎、欸。呵呵，我来了，好像为什么男生看起来像手凹到啊？有点直，他模组没有做得很好，很长，扭到。刚才开关麦克风，还要切换到 Discord 有点鸟。哎 ，List， 先来叫哦，我们再叫。你按一可以捡起来。Harry， 哎、欸，哎、欸、大哥，这边也是手电筒，你面前是你拿十字架交出去，太勇敢了，啊你没有带手电筒，没有、欸，不要照我，我去帮你照亮。然后你拿着手电筒的时候按滚轮你的手要折到。我的信号在叫了。正常正常。等一下，我们还没进去。这一场在算是那个小撒的初体验。你们初体验，所以小撒要走前面吗？对对，哎，小撒这边还要拿道具。啊，哪里？这里。圣母像是不是？没，这个柜子上面比较重要，你可以先拿那个笔记本。然后可以再拿个，这右边，这个是通话的，是不是？啊，中间这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中间那个那个叫 OCC， 你可以拿它，然后又按右键打开。温度哦，温度计哦。有点类似温度计，但那 OCC 是什么？但是它也是拿来测温度的东西。那 OCC 是什么？第一个数字 ，OCC 就有点，就是他们这就在多，OCC 平常好像都是4度吧，8度的话代表说附近有东西，然后如果是鬼魂的鬼的诅咒物品的话，好像会飙到60几度，啊60几，大概8到60几中间有可能是鬼在你附近这样。抱歉，忘记了。
那个要怎么那个，他可以边开手电筒边用東西。可以可以，你要先拿手电筒打开之后按滚轮。哎、欸，这摄影机倒了，看它起来。有吗？我怎么看不出来？那你先滚轮换武器，你可以滚轮换武器，然后按滑鼠中键。武器看到？有看到？嘿嘿。哦，有了。走路超好笑。没反应哦。看他的模组好像有点好笑。怎么样？他现在没有在一楼，他晃了一圈。你在哪？你在哪？你心里。害羞啦。七夕而已。我觉得他好像有透过麦克风讲什么话。两个声音哎，两个吗？哎、欸，小超在他们这边，小超在他们这边，还是因为有圣母像，他会怕。但我看到了，哪里呀、啊？厨房吗？好像是厨房，我看到一只手闪进去了。等一下，小超，你不要看，我觉得有点卡卡的，因为太多人。啊？怎样？刚被老汉推车，说等一下老汉推车是怎样？我想说谁？为什么我的画面一直在动？有吗？我没有看到我推人呢、啊。你们往前走，我就一直被推着走。就开车了是不是？啊，树，就上面那个树枝是。哦，哎、欸，完了完了，就在我前面，我心跳了，我心跳了，快心跳！哎、欸，他在我这里，他在我这里，心跳。你有认得谁是谁吗？小三啊，他出门了，他出门了，他现在在门口，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哦哦哦哦，有哎，半透明耶，心跳声，我把他关门了，关门有用吗？这是谁开的？我知道功德是米米啦，啊，红色的是谁啊？红色是107，白色的是爱丽丝。OK。哦，我上面那个数值很高哎，刚刚17耶，他是不是穿过我了？有啊，在附近。我觉得他可能怎么会有鬼会出门的、啊，好屌、啊，不是地府灵来着？他还会下腰哦。会的、嗯，他会摔东西，他会关灯，他会下腰。会下腰好像挺厉害的。拉着走路的吧？他有他没有？哎、欸，哦，我没事。EMF 五级，好。那五级哦。要不要来看我家的鬼魂会下腰？我家很大，还有鬼魂会下腰？如果圣母像的话，他会他不会靠近吗？圣母像要放在地板上。哦，有啊，他在附近的，他在附近的。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没有，我怕怕的，我的。我要先出门，啊、出不了门。有没有这么怕？信号还在跑。哎、欸，刚刚屋内有奇怪的声音。等一下，小少，你那个数字是多少？我20。来，先出去，先出去。20，我看到20。他是不是跟我重叠？爬在地板上，爬在地板上，他不知道在追谁。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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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哎，等一下，我扫描完成了。哎呦。所以在车子上不会死就对了。跟你说要关门。哦，是哦。不然他会杀上来。我太屌了吧。9P350。好好好。不对不对。9PNONE 啦。小撒可以打开那个鬼魂百科 ,ENC 的鬼魂百科，然后。哦，他有写字诶。灵体扫描就是9P, 等一下多少啊 ?NONE。9PNONE 啦。他有写字诶。还画画、欸，这个算是画画。他要写字哦，哦，画画，画画画画，书面证据是畫畫。哇，哎，我们这次证据好多。而且他有声音呢，在房子内有声音。天哪，他画画？对呀、啊，第一次看，哎、欸，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温度没办法。啊，你要是乱填填错了会扣钱哦。哦，人电磁场几级啊？五级 ，EMF 五级。实体扫描有吗？这是什么东西？
零点有有九 P N O N E。哎、欸，干，我没有看到周围温度多少、欸、那个看不到，因为我们还买不起温度计。哦，原来吗？哎、欸，不是啊、嗯，啊，我手上那个是怎样？那个不算，那个算是任务道具，那不算是查探轨道具。音频证据有吗？是跟屋内声音吗？还是有屋内有声音，有声音。所以实体扫描跟周围温度就先不理它了吗？对。嗯。它无法直立行走，但会爬行并吸收你的精气。所以是亡魂吗、啊、可是我刚刚有看到他直立啊，那铁定不是小鬼啊，他刚有玩物品是不是，所以他是烧灵吗？我觉得有可能是烧灵耶，刚我看到好像实体扫描不是 9P350 吗、哦、有在闪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客厅旁边的灯啊，他一直在闪，你说他玩灯哦、喔、对啊可是他不是黑，它不是黑色的吧？它不是黑色，它是一个大叔，穿牛仔裤的，穿牛仔裤的大叔。哎、欸，不是9P350哦，是9PNONE。对，9PNONE。哦。可我刚才听到屋内有东西，有声音呢，不知道到底是恶魔还是骚灵呢？还是我们再进去看看？派代表小撒。怕什么？他应该是怕十字架啦。如果说他是骚灵的恶魔的话，十字架外面有四把剪。嗯，所以我们还没有杀鬼道具吗？有、啊、有有，我们还有杀鬼道具。你就是你选完，假设你选骚灵，然后下面按推测的话，就可以看看他怎么、哦。但是那是都只是驱魔，那都只是驱魔而已哦。真正 要能够杀他的办法，你要念圣经，你要拿着这边一口气念完驱魔书上的咒语。这里这一本。Om Mani Padme Hum。你要把它打开，然后念上面的咒语。听说奉天之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靠腰，所以好什么？只有这个吗？带好小撒。他是只有。他是只有这个，这个什么鬼？他可不可以拿中间一点、啊？他只有这个咒语是不是？对，是有观众跟我说，只有这个咒语才可以把他杀死，其他都只是暂时驱逐而已。那要怎么跟他讲话？他靠近你的时候，狂念狂念。啊？可是我不用开麦吗？我的意思是，不用。怎么听到？我好像听到人死掉哎、欸！对，我也听到，我没有死掉，是那个虎眼石变黑色了。哦，他踩到了，对，他刚碰到我了。你看我的虎眼石。要开内麦？我要看。哦，真的。你看，变黑色石头。小撒不用特别开麦，他已经在读取你的声音了。哦，原来不用特别哦。对，你刚进游戏的时候，他可能会就会侦测你的声音。好黑哦！好，你走了。我是不是应该拿个？哦，我有手电筒。嗯，好，进来了。我是艾斯的那弩箭大把，我拿圣水。哟，奉天之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急急如律令。啊，你死没啊？你要再快一点，没有，他要现身你才能念啊。有啊，我看到他了。真的假的？在哪里？真的，他一直哦，他刚跑在后面吗？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刚刚爬到，有看到吗？哦、啊！我看到，奉天之力，给我！好像我成功了。他在追我，救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曾经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急急如律令，你到底死没？不见了、欸。可是我有用圣水丢到他哎、欸，我情急之下两罐全丢了，我一直丢了两罐。哎、欸，不是啊，这咒语他妈太长了吧？好像有丢到，
有啊，他有冒烟啊，他有冒烟、啊、好累哦，就一定要念经才会死。我已经念两次了他还不死，到底要多近啊？而且到底要多快啊？我不是一个讲话很快的人、欸、可恶。你再多念几次。你刚刚有拍照吗？零。还没。我超长的、啊。这把我身上，可是这把枪是没有办法拿相机的，我只要一拿相机，它就会掉。哦、oh, 啊，那你相机给我，我来拍。相机给我拍。我要拍一下鬼。好。好好好。OK， 不想按到一张。哎哎哎哎，抖动抖动，它在前面，你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吗？刚。好好好。哦，奉天之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啊，你人呢？我没有用。哦，干你娘嘞！吓到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在你旁边啊，明明刚。Fuck！ 为什么他一直找我？我没看到他哎、欸。不是，这好长啊，所以可以一边抑制他，一边念经吗？因为这个真的很长，我没有办法那么快念完、啊。你像说念前面两段。拿十字架了，不要怕。咏唱时间太长了吧？我又不是放大招哎、欸！哦哦哦哦！奉天之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回归尘土，勿扰凡尘，急救命令。哇耶！你们有拍到这神圣的画面吗？没有、欸。我知道为什么吴咏唱魔法这么强了，所以我们杀了他了吗？对，哦，送了。哎、欸，好猛哦！你第一次来就杀掉他、欸，哎，我觉得应该是。等一下哦，但是我没拍到照片，还来不及拍，他就已经死了。有点凌乱。有，他死了，他死了，他真的死了，他死了，成功，对。好、啊，那我们去找诅咒，你拿那个 OCC。哎、欸、，OCC 在哪里？啊，有像那个相机吗？有啊，我拿着。好好好好。应该不需要十字架了吧？不用了，不用了，我们现在是安全的。随便我们逛哎、欸嗯。这个枪可以这样子乱丢吗？小撒，你也可以顺便熟悉一下地图啊，因为毕竟他现在死掉了。好好哦，你可以逛一下二楼，地图逛街微复杂，微复杂，然后你可以稍微。对啊，我的 OCC 跑去哪里啊？欸、在小撒手上吗？在我手上吧。好，那我们去找诅咒物品好了。小撒也可以跟他们继续找，而且可以顺便看一下电灯的位置在哪。哎、欸，但我们可以随便搬他的东西耶。可以开摔了。我们可以直接把他家搬走。哇，主人不在家，正大光明。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谁说他就是屋主？搞不好他就是租屋的，然后在这里自杀死掉，可怜啊！把桌，怎么了？我要这要怎么开门啊？是能开吗？是门能开的吗？按左键，然后哦，哎，往后，我没有看到手的那个。我没有看到手，还是因为我两只手都拿东西啊？还是卡住了？我绕那边过去。没有啊。帮你开好了。没关系，那我们赶快编好了。那椅子不知道可不可以搬呢、欸？不行。小车车。这个门是坏掉了吧？它只能闪。应该吧，摔他吉他。有吗？有吗？有六十的东西。这吉他，这人竟然有碰撞单位的吗？哎、欸，这房间隔绝太烂了吧？什么鬼啊？难怪会闹鬼。哎、欸，我拿起来了。可以耶、欸、我想到这吉他不能拿。欸，这有个小提琴耶、欸、还是把它们放一起。我们把它放好。看来这是音乐家、啊。这边有诅咒物品吗？
假设有测到吗？测到，他要怎么测？他看你的 OCG 有没有60。六十，我最高就看到20、欸。人人哪里啊？哪一个？没有没有没有，是刚有鬼的时候。那再看一下有没有好了，会不会没有吧？没有的话，而且有60的话，应该会响吧？他好像不会叫哎、欸。哦，是哦。我怀疑这个小木马是诅咒物品。小木马，哪里看起？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这样你也信？哎、欸、哎、欸，我现在想说奇怪，有什么东西在飞？把他房间用乱。没看到哎、欸，二楼感觉没有，就这样小小的。难不成马桶盖也掀不开啊？对啊，你没有找到吗？零，零没有反应哎、欸。哇，好像说看到，如果他那个数字变成8的话，就代表说在附近。8到16吗？我去一楼看看。8到16，我刚听成60。就是说，有诅咒物品加其他东西的话，只有8到16，单纯一个诅咒物品就60。哦，没有哎、欸，那有两个门哦、喔。它可以到后院，但其实没有后院没有东西哦，后院没有东西。没有哎、欸，好像没有，一定会有吗？还是没有就没有？晓得哎、欸，因为数字都没有起来。反正这次有杀鬼，应该是蛮多钱的，大赚一笔啊！对，真的，而且我们4个都活着，我要带纪念品回家，是我的纪念品。上车了齁，上车了齁，你带菜刀回来干嘛？太可怕了吧，你才是鬼吧。好笑。那你们是选烧灵吗？哦，我是选烧灵。我靠，我忘记选。OK， 不确定我选什么，应该是烧灵吧。快点来看，是烧灵欸，我有选到，我有选到。哇，全中欸，我中100块。我也是、欸、哇，112欸。我们完全没有，完全零诅咒物品。哇，驱鬼50、欸、加112。哦，好，家在哪里、啊、快要升等了。哎、欸，我也升等了耶，直接升等耶。哇，小撒怎么还是零啊？可怜呐、啊，我经验值加95啊。那我们好可以去大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多。我们去，好，钢琴师庄园。哦，那个地图很大，那个。啊，不然先去那个圣萨麦尔堡好了。圣萨麦尔堡是上次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欸，那个可以就喊个急急如律令就好了吗？真的很长欸。欸，但是真的是只能念，你刚刚真的是把他念死欸，我们都念不死他，你把他念死欸。对啊，我们三个没有成功过欸。他比较怕我。你是不是八字比较重？好像3.62来着吧。好像很重。我也不知道懂不懂，一般吧，欸，普通吧。我在车上等你们。好。欸，我好像还没买过东西，我看一下。你现在应该是买不起，因为他们买东西有限制等级。我只能买盐吧。有免费的。圣母雕像十字架盐。欸，我
我们这边有摄影机可以看。摄像机，照相机跟那个摄影机吧。好像就这一台。哦，还要手电筒啊。就几个可以买而已、啊。我可以看得到你。好可怕哦、啊！你手我在玩摄影机，我把它透镜啊！你可以，你可以拍我吗？我想要录地。我发射。那画面超乱的，画面超乱。画面因为人多吧，因为人多。小尚，你要不要再拿？拿一次刚刚你没有拿过的东西。连米西西，他不然拿没拿过就是这大罐的了吧？哎，不用，就是哎，你不用，还有子弹限制哦，真的吗？不好意思，还有子弹限制，我以为无限的，抱歉。你可以拿个那个 EMF， 这是相机吗？哎，对对对，那你还是你要负责拍它，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玩恐鬼阵的时候都负责拍照的，这看起来比较像摄影机。说我来拿个手电筒。它底片是怎样？你按右键就拍咯，然后你按 R 可以切换成那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啊、黑色夜视镜。哎、欸、对对，夜视镜。我有多生两把手电筒，你们可以自己拿，在里面箱子里、啊探险。有，我想要开个灯，好暗。哦，干你娘！不然。Oh no！ 啊！我听到咔嚓一声哦。我忘记他按右键就拍下去了。按右键，右键。我很害怕。走走走。对啊，我现在在，因为我现在尝试要怎么开我的手电筒，我先把它丢出来了。哦，好，没有啊，用滚轮啊。他刚刚不给我弄，我也不知道什么。哦，好。等一下，我先摆正。啊，你可以再拿一个那个那个通话的东西。他好像还蛮喜欢出现在这附近的哈，我这是被杀了。好好好。通话你要打开，你才可以跟他讲话。你听到他讲话，听到他讲话。可以点蜡烛吗？我刚才也想点哎。吸引器你们在哪？我们在楼上了。楼上是死掉那个，他在附近吗？那个地方。你们在哪里？你们在楼上是不是？没有没有，进来进来。你们可以不要拍气我们。好好好，我们在。你在哪？我怎么在天台了？我要睡天台。在天台，你走错路了。下来下来，这里。哎呦，不简单哦！一进来一进城堡就敢往上走，怎么了吗？还好吧。他在这，好像是、哦、看到黑色的，好像是那影，哪里、啊？我、欸、这里，前面，我前面，我太黑了吧？哎、欸，有拍到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欸，怎么看呢、啊？你就现在多拍几张，多拍几张，把摄影机就在这里拍他。怎么办？他都不怕我们，我拿着十字架哎、欸。对啊，暗影会怕十字架吗？圣玛利亚在里面。我把它放地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今天杀人了吗？你好。我把这摄影机再拿进去。哎、啊，你不知道会不会说话、欸？你他妈讲不讲话、啊？会搞，恭维啊！我好少遇到你。对啊。他不讲话、欸。我超少遇到。给我个信号。有声音，有声音！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你们后面，在运气后面，哎哎，哦哦哦哦哦，他直冲哎、欸！等等等等，他直冲！完了，他怎么要冲我？哎、欸，他在门那边，你没有看到吗？他要怎么看照片啊？附近哎、欸，ESC 按八那我可以先那个吗？但是有拍到，可是又好像没有哎、欸。我先上车看一下有没有拍到。拍到哎、欸，可是他判定不算哎、欸。在哭我。
他底片有几张啊？三张。就三张哦，太少了吧？没有，可以再买相机，我看一下我有没有。那时候进来游戏是不是就不能再买了？可以。哦，没有，购物不能，购物不能，所以你要提早买好，放在这边就可以。如果你有的话，就可以升。对，但我没有。但我没有。我看你真啊，才三张也太少了吧？而且那小尚，你先把相机丢掉，你拿那个下面那个摄影机，摄影机拍到跟相机拍到不一样。相机拍到的话是拿钱赚钱，啊，摄影机拍到是赚钱。抱歉，又拿出了。我很想拿这个大管的，不好意思。嗯、我们把任务解完就可以拿了。那我再拿一个十字架哈。十字架不好没有用、啊，我、哦、再拿一个什么像？你看我拿一个十字架。哎、欸欸、啊，这个哦，这个是我看到的画面全都会录进去的意思。它要放在一个定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能放在我们附近，然后它只要可能只要有从那个像摄影机前面经过，系统就会自动判定有拍到这样。而且我刚刚一直跟他讲话，他不理我，所以他不会讲话。哎、欸，有电磁场吗？有 EMF 吗 ？EMF 刚刚只有到二哎、欸，二有，那好像灵体扫描，我们好像没扫描，温度没有，书面证据还没有，声音证据也还没有。我来探测一下信号，我跟他讲话一下好了。好啊。EMF 刚刚好像有到四，但我还不确定是不是有到五哎、欸。哦，有到四哦。那就再测一下好。但是因为刚刚顾着逃跑，他只要放着地，他只要放着，他就会录吗？对，摄影机是。我刚刚有放一台，太矮了吧？我刚刚有放一台在这里。那我要放哪里？不放在石头这边就可以了。好，啊、你这边随便放就好。来了，在附近。我、不知道哎、欸，刚刚我飙到十二、欸，我现在八哎、欸，十六、十二，我都在小米后面，没事，救命！假的啦，真的在楼梯这里，好笑，在我这里，在我这里，你怎么死的、啊？为什么啦、啊？我是不是八字最轻啊？恭维啊，说话，难怪我 OCC 在跑。说啊！我怕，我也没有。哦，他这了咯，他这了咯。好，那我就放心。靠！啊，他写字了。等下，他在我后面是要写字，他画画，他画画。哎、欸，他那个吊灯在动，是他原本就会动吗？哎、欸，不知道哎。关掉的吗？那现在开始播惊悚的背景音乐是故意的吗？真的吗？我没有听到哎、欸，我有听到，所以我有声音。Hello, motherfucker！ 哎、欸，那我很好奇英文版的那个咒语到底怎么念？圣经吗？你可以切换了、啊， 你可以切换英文版试试看，肯定是等要重登。还是我们上去看看好。他刚在附近哦，你们要小心。我拿十字架抢着你的歌。我身上有圣母像。没问题。我听到了恐怖的音乐。我拿了。我听到心跳声。来了，保你们一命。我看到他了。他刚在爱丽丝后面，好像不见了。我刚在测他那个。我看到他，他在天花板上，107头上，小撒头上，头上天花板。哈哈哈！看他怎么来了！不，他哪里啊？没看到哎、欸。他刚追着我，好像。啊，应该没有。他好像走掉了。他刚爬在天花板上。还在天花板，爱丽丝头上。来了，这里他卡在这里。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个十字架。他是蜘蛛人吧？你生前是蜘蛛人是不是？我要这样，我找不到主摄物品。而且他不下来的话，我们相机拍不到他。还是我们反正有两台相机，一台放一楼，一台放二楼。哎、欸，也是可以啊。我去拿好了。而且他好像真的不会讲话，他都不跟我讲话。是你吗？好啊，好啊。那先看一下证据好了。
而且他没有耐力条，我都不知道我跑得怎么样。大概就算三秒吧，只能算三秒。可怜啊，派小撒代表上楼架摄影机了。啊，你们？他刚刚是画画还是写字啊？画画，在书上画画。嗯，就跟上一场的画一样。这样拍得到吗？还是放桌上？有声音。可以啊，可以，这样就可以了。怎么样？还是我们应该要再去找一下诅咒物品。嗯，还有什么东西给你拿？觉得他好像不会通过。我拿扫描，可是他刚刚在我附近都没有跑哎、欸。那我可能要再多靠近他一点，再靠近一点点。那我们再看一下。我刚心跳跳一下，他在那个门口，他在那个门口。心一跳，他在。哦，我看到了。我来扫描一下。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你去扫，去扫。我拿十字架在你后面。帮我跑信号，可恶。啊。Fuck you。我来。跟我来搞。我来一下。有他在前面。欸、在那个，我们在遛他哎、欸！天哪，你是怎样在玩 DVD 是不是？在这里，可是他还是没有跑信号哎、欸，跑不了。还是就是他没有，有可能哎、欸啊，因为我刚刚都跟他，但是说他的那個、我那个诅咒物品我也完全测不到哎、欸。怎么样？有人要上楼吗？去拿诅咒物品、嗯。上吧。还是说我们先杀鬼？还是说我们先杀鬼？先整理。哎、欸，我看到他在外面。我看到他、欸，他在外面。啊、他在广场中间。我拍到了。我来，我走第一个。我有十字架。我觉得他都会绕过你。有吗？来找我们。有，所以我觉得我跟小撒。我跟小撒是容易被找的、欸，有这回事？有啊，他也很常黏着你。他刚刚应该不是来找我，我觉得他刚刚是找小撒，但是有。哇，心跳！后面那小撒，我也快跑快跑，我们是那边。你怎么看到他？跑起来，跑起来！你在我后面，你要说。在我后面，你要说。我怎么看到你在看到他？爸爸，我本来走得很悠哉，我想说我走第一个。乖乖好了。他不会讲话、啊，一告。我们的摄影机，它是在乱动。嗯，书面证据，他写字还是画画？画画。所以要扔圣水。大家都这么有艺术天分呢、欸，怎么画的？哦，还有更有艺术天分的，是画在墙上。你太会了吧！哦ENF 有吗？是我们没有那个啊。ENF 是鬼岩枪，没有岩枪没关系，拿岩丢它就可以了，哦、但是要丢准一点。对，好像说放在地板上也可以，它只要踩到就摔。对。圣水，让我拿这个好了。有实体扫描，实体扫描是用什么？实体扫描那台机器刚刚零距离贴它都没有用，不然换小帅拿来看。嗯，哪一个、啊？白白的。白色那台。你打开之后靠近它，然后它就开始跑一些爬树。哦。还有什么证据吗？你要手拿两罐吗？目前没了。周围实体温度畫畫没有。我拿十字架跟圣水。音频证据。十字架跟圣水还有盐巴。通灵。可以在。通灵盒。怎么有两个？屋内的那个声音算是收音机吗？还是算房子内的声音啊？他刚刚好像有发出鬼叫声。他不是有两个通灵盒吗？这差在哪里啊 ？EVP 跟无线电是啥？为什么差？为什么会有两个？什么意思啊？就音频证据那边啊，有通灵和 EVP 跟通灵和无线电。哦，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就屋内声音吧。他是小鬼吧？他矮矮的。
没有，它是黑色，它黑色的话应该是暗黑。Oh, 小鬼有另外一个长相， oh. 看起来真的就是小鬼， oh. 小朋友这样。那、oh, 我拿那个拍立得。杀鬼只能念咒。然后爱丽丝，你来丢他圣水。我也拿一瓶。还有盐巴。好，哦、我没拿盐巴哎、欸。盐巴在哪？哎、欸，盐巴好像也被拿走了。盐巴在我这里。好，我拿一个圣水。好、okay ，但是我们都没有拿最重要的那个哎、欸。哪个？圣经。我觉得要小善念哦。对。又我。念比较好笑。嗯，有人拿那个大管的吗？还是他不怕女人？没有哎、欸，没有，我们拿盐巴。好哦，那我去拿。哇，嗯，怎么了？没有没有，我有大的枪，我不怕他再贴我了。但是你们在哪里？不要丢下我好不好？好好好好。啊！他在这边，他在这边。马上出现。哎呀，哪里、啊？他刚刚在这个灯前面走过去而已。变了。嗯。他真的只找我吗？应该不是吧？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怕了吗？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敌啊，我看到他在门口，他在门口，你看哦。吓不吓？你的那个声音吓到我。哎，穿过他会怎样吗？我也没有看他。穿过他的话会怎样吗？他真的都没有信号。你说穿过他，他没有杀意的话，你就没事啊。他有杀意的话，你就直接死掉。哎，心跳，心跳。我怕他。没丢到。哇！啊，现在拍没有用，他要现身才有才能有用。可是有啊，他刚刚现身啊。有啊。哎、欸，我走到他后面，他完全没有信号、欸，哎，可怜。完了，完了，在哪，在哪？我在心跳啊！我十字架，我十字架，在我这，在我这。哎、欸，我穿过他没有？他没有信号啊！啊我直接穿过他也没有信号、欸，哎，超好笑的。我拿着盐巴丢不到他。他出现的太短了。那我现在站在这边，那我要杀了他了吗？灯照我，你就丢我吧。你就丢我吧。什么奇怪的声音？谁肚子叫？没有，是他开门。哦，我以为谁肚子饿。Show yourself. Show yourself. 所以我要杀了他的吗？对对对对，等一下看到他你就念吧。哇，他不动了。他刚刚把这个灯关掉，这灯怎么开啊 ？Hello. 这个灯怎么开啊？哦，按右键。右键。你要把它关了，不行，我要开枪。我把它关了、嗯，这样就关了吧。有。气氛对。我要让他 shadow die twice。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急急如律令、哎。来了来了来了，他快点快点快点！啊，不枉天之名。我的。我丢到了，我的盐巴变黑色了，我丢到他，他就这样不见了，就有算了。他要现身念才有用吧？那盐巴可以丢掉了吧？哎，对，还差圣水。哇，圣水我刚刚放在车上。请问你们是不是在虐待他？我去拿，没关系，我去拿，我去拿。好啊。你们是不是在虐待他？拿什么都丢什么、欸？嘿嘿嘿，虐鬼。圣水很难丢哎、欸，到底要怎么丢？就是直接按扔，按 R 就丢出去，而且也没有什么瞄准线跟抛物线，就很难。按 R、哦。对，按 R。他出现，他出现。哪里？我拿十字架说他出现，他在小米旁边。Fuck you！ 在哪里呀、啊？他每次都出现在我旁边哎、欸。他刚刚在你旁边走来走去、啊，然后又跑走。他爱你。艳遇哎、欸。按七夕情人节这边，原来你是哎，看到了，出现了，出现了，奉天之命，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巫妖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哎，你的呢？哎、欸，
欸，如果那个喷到他，他会持续现形吗？我是说那个大管的，他会不见，他会不见，而且这没有子弹，可怜，枪没有子弹。欸，出来哦，我都跟着你跑了。出来，健身吧。我听到他在门口。奉天之名去入孤魂，尿不狗，尿不狗，死地四面王狼无所对镜。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啦？他在我后面，他在我后面。奉要躲近才能抓他。硬气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往我的反方向跑过去，你直接往外跑是怎样？哦哦哦，他在追，他在追。我在一下保护你。他在招手，招手，好笑。奉天之名，驱入鬼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尘凡尘。哦，抱歉。哇，他这场很不怕哎、欸，他这一场很不怕哎、欸。突然看不懂这个字，抱歉。尘，我们圣水，然后眼还有什么？他在小撒后面。嗯，他在小撒。没有，他在小米后面，我看错了。嗯。在门口，在这里。好好好，那我们过去。他好麻烦、啊。他特别爱绕着我哎。我就说了嘛，他喜欢你、啊。不要哦。他这间，念他，拍他。有啊，刚刚已经拍过，刚刚。魂归尘土，勿扰凡尘，荆棘入绿地。哪里啦？人呢？抱歉，鬼呢？哦，我看到。有。荆棘入绿地。关他厕所，所以我们才是鬼来着吗？指甲变黑色了。奉天之名，去入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荆棘入绿林。人类，他一直消失，已经很快了。但是他怎么好像不理你啊？马德，还是他会怕死指甲？他是跑走了。对啊，好累哦。但是很怕。我喝口水。好。看，超黑。他把这个灯炸了。已经失去神力的十字架。真的。欸，他在小山后面。奉天之名，去入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你不要再消失了。干。他刚刚真的有怕一下。他往后退，他往后退。他在木桶那边，他在木桶那边。哦，你怎么那么厉害？每次都能看到他欸。他回楼上欸，他因为他每次都在你附近啊，去房子里面，他笑死了。有时候你们一直看我在哪，就是他每次都可以看到他。我会换个咒语，好累啊、这个。我觉得我需要这个聚光灯。欸、他换语言的话，需要重开游戏吗？应该不用吧。欸、要啊要干。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试试看的。拜登。哦，他好像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就换语言。对，好吧，算。小三、欸，哇，出现，在我这边。荆棘如绿林，奉天之名，驱如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荆棘，我还没念完，他就不见了。各位小心，我们没有保密用。我每次没念完，他就……啊，还是不然，等下小三念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安静。好。我刚好听到太多语音，所以侦测不到。哦，有可能吗？那他听力也太差了吧？嗯，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势必有一个人会牺牲，除掉。谁要当比尔？除掉。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我刚刚心跳超快，我的身体已经扭曲，你知道吗？新的十字架回来。哦，你还要再买一个。有，我有两个裤子。哦不，小三，你别离开我！什么意思？叫你要加，真的男男在一起了耶！难上加难。还是没有圣水。我看一下，我要买什么？唉，看来我的神话在一次之后就破灭了，消杀不了鬼了，只是个神棍。路也太崎岖了吧，是怎样？所以圣水刚刚。
被他的力量给破坏。我看看，我说不定我有多的圣水，我可能有多买。这样，研发有成功。海莉的哦，没有哎、欸，我有研发哎、欸，但我没有买圣水。像我当不了咒术师。哦，我有十字架，要不要叫一个？好啊，好啊。有叫了，在后面。保命。好，那我来，我再叫一个，我有两个，我拿了，旁边。好。可以炸弹。这才是最危险。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是现在这个可以后仰。在干嘛？在干嘛？这个也可以这样玩哦。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按 C， 看这个 C， 然后往上看，往上看，有吗？好丑啊！我知道有什么动作啊？这个模组真的是怎么做的？走咯，我们进去咯，来吧。哦，这根本搞笑游戏啊！我的天。哦，自己玩，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不一样。因为没有其他队友可以搞笑啊。你就看了一个人，然后按着 C， 然后往上看，你就知道多智障了。我刚刚看到你按，他出现了，哪里啊？嗨，奉天之名，去路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火鬼城的勿扰凡尘，急急如律令。没有啊，干，他不理我。对，真的耶。对，还是十字架太多了。你不知道哎，我们刚刚也没讲话。还是我们干脆现在不要杀他，我们就去找个那个诅咒物品回家了吧。好吧，他好放。上二楼找，上二楼找。我有带 OCC。我一直喊好，好累哦。我明天会不会烧仙啊？不至于吧？我跟你说，喊英文的蛮帅的，喊英文的蛮帅。小夏英文应该多一八九百分吧？你太抬举我了吧？大概只有一半吧。在我前面，楼梯。欸，他在天花板上，我刚看到他瞬间切换十字架。欸，死掉的时候出现哪里啊？好乱啊，好乱啊。对，画面有点乱。欸，如果人被杀的时候会是什么画面啊？人哦，你要试试看吗？呵，欸，他又在藏在我们这间里面。对啊，但是我的 OCC 测一直都是 4.1 而已，岂不是吗？因为他在，他一直想找我啦。对啊，他一直在找你。对啊，我心跳狂跳啊！哎呦，等一下，我的十字架是不是黑掉啊？没有，没有啊，好好的。哦，我觉得我十字架。欸，你们一人一手十字架是怎样？保护你、啊。我要保护你。我还没黑掉，还没黑掉。哎，十二，他又在附近了，反了，我就追过了。有心跳声。我往下走，我往下走，因为一直找不到。在右边房间里，在这个房间。哦，对对对，在里面，在里面。我现在下楼了。哎，还是没有啊。还是我要字正腔圆的喊一次。可啊，听说要装男生的声音，就声音要低沉一点。中国腔，大陆腔。好，我等一下就这样讲。小兔兔，怎么有小兔兔？我要带回家了。哎呦，我听到声音了。哎，他在跟你讲话哎。还是因为我拿他的小兔兔，他不爽。哎，可以帮我开门？那你带回车上，带回车上。小兔兔，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话那么大声，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是不是很不爽？就好比拿了我的存存一样吧，很不爽吧。我带走了你的小兔兔。今天念得很正常，我们上个礼拜是12321。哎，我突然想到，你们记得我上个礼拜在12321的时候，就我妈竟然有看台。哎，我妈说，
我妈今天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上次有看你的实况，你一直在骂脏话，哎，我就很尴尬，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禁止讲脏话的、欸。我没办法把小兔兔弄正。念咒语为什么是脏话、欸？因为我被吓到的时候骂脏话嘛。就咒语瞬间变成干娘。我上次看你的直播，你一直骂脏话，然后我就说还有什么时候？她说你一直在喊一二三三二一那一次。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是快乐的好朋友，身体好，精神好，就情急之下。哎、欸，我弄不正啊！兔子，兔子，兔子，小兔兔，你跑去哪里啊？你一个人在外面游荡哦？我在车上，不是车外，对啊，没有啊，我没有在里面游荡，我在外面等你们。对呀，我决定了，哎，就把小兔兔放在椅子上吧。啊，不然还是我们这一场就先这样，搞不好他就是 bug， 他就是不怕那个，不怕神经，因为他信号。对啊，他也没有信号啊。对，我们先拿。难搞哎！我刚穿过他都没也没感觉，反正能写的先写吧。好啊好啊。EMF 三到四嘛。嗯啊，房子内有声音吧。嗯啊，书上有画画，按你选好了哈。嗯嗯，开车，我开喽。小兔兔跟我们回家喽，这可以带回家吗？可以可以，那可以带回家。耶，战利品加一。没收。你到家之后会被没收。欸、啊，被没收了。干我的小兔兔嘞，妈的。诶、欸，是暗影没错哦，64块而已。嗯，我们一样。我也是六四神秘数字。六等六等，我们两个。哎、欸，等一下，爱丽丝怎么已经也五等了？我有偷偷练习，我有一个人偷偷练习。真的假的？啊，所以你已经不怕了？我还是很怕。哎、欸，小撒，我帮你买一本圣经。无需等待鬼魂出现，直接朗诵。好、啊，真的吗？太棒了吧！太棒了，太棒了吧！哦、全地图的感觉。哦哦，补充一下我的十字架。好，我也需要。我也在采购。相机好贵哦，相机要230耶。哎、欸、哎、欸，想要买个相机。圣水我不能买。我买了，我买了，我多买两瓶，两瓶应该够吧？嗯？为什么是我能看到的比较少吗？因为他现在很多道具有限制等级，哦、啊，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有玩，所以我们等级比较高才能买、這個。哦，所以才看得到吗？因为我看到有一本驱魔书、嗯，然后没了。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相机哦，哇塞，相机真的买不起，我剩94块。神秘秀探奇，你们也要买什么吗？我看我有什么可以买，我一级了。可怜啊，好像跟零级没有什么差，是在哭我。可以买手电筒，在哭我。哦，我再买一根手电筒。库存？为什么原本就有库存、啊？买的可以拍很多。好像自己买的多两张照片。好，那我买了。嗯，哦，他不能只买底片吗？他只能买这个东西哦，真浪费。没错，真浪费、欸，太夸张了吧？欸、好贵哦，台相机也太贵了吧？是在哭、哦，超贵。我上车等你们。我已经坐好了，我坐在驾驶座。只要买就好了，是不是？你他们在偷车。真的吗？我坐在驾驶座，司机已经准备好了，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上车。开车时，请勿在车上任意走动。哎、欸，对呀，这镜子按不了。哎、欸，为什么不能按？有人下车吗？哦，都到吼，都到吼。到了，到了。等等，不是，好 ，OK 哦。选关卡。OK， 难怪走不了。结果。两个路霸、啊，开始没有选到目的地啊！选关卡要在外面选。对啊，灯具。
啊，不然我们换那个庄园。好啊，好啊。钢琴师的庄园。关门。哎、欸、啊！大家都下车了。嗯啊，我没有啊，我在车上。啊、哦，我怎么没看到你啊？哦、我看到了。我在后面啊，我在。哎、欸、哎、欸欸。啊，那爱丽丝呢？在厕所里啊。咖啡哦。他说你们都要躲起来，这台车就这么大，你们怎么那么会躲啊？我可以把你关起来，好好笑。哎、欸，这而且这个厕所竟然这么窄，然后还要塞马桶跟浴室，也太夸张了吧！小型车嘛，啊，为什么？哦，为什么有人在叫？他在怒吼，太开心了吧？欢呼我们吗？我有多生几个手电筒，你们可以拿。这是一座建于1960年代的古怪豪宅，据说一位女富二代在给学生上钢琴课时发生了意外，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也许课程内容有问题，但谁知道呢？为什么上钢琴课会发生意外？我也想知道。是老师在是有良知啊，老师在看那个钢琴，就是那种开盖钢琴的时候，那个盖子掉下来，然后夹到头吗？通常琴房都要放水晶灯，不是吗？水晶灯掉下来，富二代要工作，说不是。他可能是兴趣啊，不能这样。被钢琴夹到手，然后去加护病房，伤重不治。痛哦！我这我被宣告一辈子不能弹钢琴。我怀疑。愤而报复。他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夹手针。走走，都拿好了没？谁一直在叫我？有点好可怕。哎、欸，这是谁的相机没有拿到？我刚又升了一个相那个那个出来。把这个相机，然后，哎、欸，这个信号我拿着好了。这个地图是不是很大？好，看起来挺大的。还好，就是最大的就是那个城堡。等一下，我想要把相机直接放在门口，我总觉得放门口一定就可以了。好，嗯，靠腰，他还摔门哦，有人在撞门，太气了吧？他狂冲的，会不会是恶魔吧？有够不欢迎我们的，他现在发出笑声，哎、欸，他附近，他附近，两颗星，两颗星。他在我拿笔记本看他会写字，他好像写了，我刚听到有声音耶。他有换？你在书上写字吗？可是我书上没有东西啊。我也是，我也拿书，我也拿书。你能在书上写字吗？我来拍照好了。你把门关起来了，不要关门。我打开了，我打开了。大家都，两颗，没有，大家都不敢进去是谁？没有信号、啊。我看到，他起来很恐怖哎、欸，很像贞子。是小朋友吗？不知道，我没看清楚哎、欸。在这里，他这一间。哎、欸，我见了。他是横着的吗？那我不见了，可恶，我没有拍到。哦、啊，他还在，他站在窗户上。他刚刚是横着的吗？为什么我刚刚看起来像两条腿，然后再横着？对，他刚刚他在爬吗？起来一下就不见了哎、欸。我再跟他讲话一下。是小朋友吗？小朋友，我要去拿圣母玛利亚。小朋友怕圣母玛利亚？是因为小帅也拿着台要靠近他，他才会跑。他应该有开始跑了吧？没有啊。啊？奇怪，我们的那台都坏掉哎、欸。完了。我刚刚第一场有买到没？对啊，第一场我们也有杀成功，是杀成功之后，这个游戏就生气了，皮崩坏。难道这台是 made in？、啊欸、有人拿摄影机吗？我有啊，地板上，我已经丢了。made in， 要拍得到。嗯，我觉得那个玛利亚，我觉得那个玛利亚飘在空中还比较可怕。我把它放好。你能在书上写字吗？
吧？太灵了吧？什么都灵哎、欸！会不会他的家就是看到这看到这头马这匹马，我就想到那个奥运的那个，他的家就是门口那一间，那一间会不会？嗯，给我个信号。光这里有声音。对啊，有声音，又是奇奇怪怪的声音。给我个信号。你会写字吗？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 没有哎、欸，都零哎、欸。他在地板，他在地板，他在地板。哪里？他来了，他来了。啊，在我这边。他要写字，他要写字吗？他在我背后，他在。写书吧，用我写画在那本书上。咪咪，你喝得很醉，你喝得很醉哦。可是，哎、欸，我想要打开看一下。好笑。诅咒探测器。看一下。生产。你死掉，我都不会。哎，我死掉，我还能生产东西。太可怕了吧！你。画画。你们看那个车后车尾车尾，我买了一台这个，但我不能拿给你们。我也有买，那个感觉很好用。这个是干嘛的？可以看探测，拿那个拍立得去拍。啊，那 OCC 给我好了，我安安心心的去屋里测 OCC。哎、欸，所以刚刚 EMF 爱丽丝 EMF 最高目前是两级，两级而已哦。还不确定，有吗？你拿得到吗？我快笑死！那这样好像目前就只有画画，在我的尸体上蠕动啊！我没有啊，我感觉一直在我的尸体那边。OCC 在哪边啊？在我手上。哦、oh, 嗯，你给我好了，好我进去。车灯前面，好好，没有，我就在你旁边而已，只是你看不到我。所以你死掉会怎样？会被鬼抓住吗？不会啊，鬼就抓不到我。可以到处跑。没有，我是说你死掉那个瞬间。死掉的瞬间哦，就是对，他会瞬间把我的视角转向他，然后就没了。哦，好哦。那他也在 OCC 在这里跳，好笑。再帮你们测组的物品啊。好，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拍照。对，我来拍照。好痒，怎么都是被我、啊？来了，他在爱丽丝旁边。我先跑。他还在追你哦，他还在追你哦。哎、欸、，S 型走位有效哎，他回来了，引擎他回来了，有，呜，我丢他，好猛啊！我看一下有没有拍到他，有，刚刚有拍到，有鬼三星，我还是两格哎，就是所以 EMF 应该是没有，可是他这样子。看我拍下去的时候，他一直在闪现，在哭。测量那个就没有跑，就没有亮。切，乐色。那什么可以拿？通灵盒。
所以这个也都圣经的部分，他不用他不用现身，他是不用现身就可以念的。哎，对啊，我忘记帮你买不用现身就可以念的那本圣经，我回去帮你买。对啊，幽灵模式不能跑，探测仪器啊。话说你们也很大胆，就这样然后不关门。没有啊，当然哦。没有，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是死在车门前。你哎，你刚刚没有关车门吗？哎，那你可以穿，你可以穿门吗？我不能穿门，我也得开门。好烂的幽灵。哎，去测试一下，放尊重哦。现在是农历七月，你要对。我是说你啊，我不是说在座的各位，我是说你而已、啊。我生成的，我生成的。哪里啊？在后面的箱子里面，你要去哪？那个不用现身就可以念的那个书。哦，他好像很厉害哦。欸、他还有0%什么的、欸。真的、哦？他可以侦测哎。为什么、那個、我都还没玩过哎、欸？为什么他看起来像夹了一只手机在上面、啊、好猛哦！对，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回去卖。哎、欸，这我们摄像机刚刚其实都没拍到，可能没有。摆正一下。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Hello， 你好吗？我们这里刚刚被你杀死了一个，八字最亲的，可怜啊。为什么我听到奇怪的声音？为什么？哎、欸，他在你后面，他来了。嗨，在哪里 ？How are you？ 刚刚在走廊上。哦，那应该有拍到他。嗨。有没有看到他？怎么？你是谁呢？你好。我丢出来，我丢出来。有谁会讲话？我觉得好痒。Hello, motherfucker。会不会即使我变成鬼了，他还是跟着我啊？所以你们都开始找不到他。嗨，他走了。嗨，我刚刚看到他在马那边。嗨。看一下哦。嗨。那就不讲话算了。他是可以跑趴树是不是？看那个趴树。我奉天来了，奉天之名驱逐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无所遁形，魂归尘土，勿扰凡尘，急急如律令。朋友，太晚了，回家。没有啊，没有。他没有跑趴哎、欸，没有讯号，是不是真的在 bug 啊？等下游戏要不要重开？我觉得有可能要，因为我这边也那个一直没有。他、啊、可是通灵盒就没事啊。通灵盒有吗 ？OCC 也都没有动。通灵盒有吧？没有啊，而且它也会写字啊，对不对？而且因为我这本书夹的那一台 iPhone， 它都没有，它就0%。我也把这场结束重开。讯号。他在柜子旁边，我也转过去看到他的脚。这边一楼我都看过了，那是什么作品？在二楼，我看到了，在二楼。在哪里？二楼楼梯上来左转的房间。楼梯上大左转吗？圣母像哪个？左转的房间吗？对。厕所。应该不是不是，哎、欸，说错了，上来之后右转啊。你应该看到很多门都有被打开，没有开的就不是，好像是。等一下，我现在开门。现在把门打开的那一间。现在把门打开的那一间。我看到你们了，我看到你们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飘着的那个 OCC？
我开灯关灯好了，有点不明显啊。结果灵动，原来灵动的是你吗？等一下，灯泡被我玩坏了。哇！好了，不然我玩门，我玩门，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哪里呀、啊？我靠，他在生气，他敲门了。小赛再往前走，小赛再往前走。右边那间吗？这边吗？哎、欸，不是不是，另外一间，这间的对面那一间。我没有看到你开门哦。哦，可能有那个吧。我看到你了，有我看到你那个在飘的了。好好好，我看到你了，蛮可爱，那个是诅咒物品。不知道，就是这附近有八分的。有动了，有动了，我的也有在动。三，是哪一个东西啊？是这个地球仪吗？我也不知道。嗯？什么东西呀、啊？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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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跳哎！这边有到九、啊，超强！这本书吗？那我把它拿出去，然后你再扫一次。好好好。那我可以驱迷你吗？我可以拿这本书驱迷你吗？不行，不行。这本书拿走还有哎、欸，还是这个怀表啊？怀表吗？要能拿的东西才算啊。哦。在讲话。哦，他知道你们要偷东西了。有吗？有吗？他还是在跳，怀表在这边，但是讯号比较小，变成三。那感觉是怀表在这。好、啊，那把它拿回去。慢慢变小。你们拿着吧，我等一下咏唱咒语了。没有哎、欸，但是我看怀表没有啊，没有动静。还是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其实也有反应哎、欸。可是这不能，哎、欸，这可以拿吗？这什么 LV 吗？有吗？我看他一直在标四到五，四到五。那我带出去看一下。怀表未拿好。哎、欸、哎，那怎么掉了？哭啊！哎、欸，好像是哎、欸，我放在楼梯间。是那个箱子吧？对不对？我放在楼梯间，看测测看吧。我帮你们带回去。超高的。他现在没在标了，哎，没讯号，没讯号。哎，这个地球仪应该也是，可是这个搬不走。地球仪也是，到底要搬几个东西？可是地球仪不能搬，不是吗？对啊，不能搬哎、欸，可是它讯号好强。说不定还有，会不会有隐形的、啊？哎、欸，说不定这个箱子装了他的尸体啊。啊、不管怎样，我先带回家就对了。运气，我跟你说，剩你了。哈，你在楼板。我可以抛弃我，我在搬东西呀、啊。怎么你遇到了吗？我看到，他往运气那边跑，赶快回去，赶快回家。我有点喘。你快跑，我好像不像。深夜问题多啊。那我们爱丽丝够义气。深夜问题多，不要，要回家。啊！我要再去买一个牌力。哦，反正我把箱子丢上去了。我玩一下什么？敢不敢搬钢琴？最好是钢琴可以搬了、啊。哎、欸，这里面有钢琴吗？来买一个牌力的。他说教钢琴，那里面有钢琴吗？感觉还有隐形的诅咒物品。太会了吧！哦，谁在浪费大管的子弹？我想要摧毁一下，可是好像没有。哎、欸，我们刚刚屋内是算有声音吗？我刚刚有吧？算啦，他有、okay. 他有叫啊。他没有扫描，但是不确定说他有没有用那个叫什么对讲机通话温度哦，我还是没有温度计。诶、欸，对啊，要八等，EMF 好像没有吗？我们的录影机一直没有拍到鬼，怎么可能？他刚刚都在走廊了。所以死的到底是教钢琴课的小孩呢，还是富二代？
我几乎把东西都搬光了耶。真的吗？没有啦，就还就是这间的东西我都清空了，但是还是有。所以没有杀完鬼的话，要把东西都带回家就对了。哦，不用啊，你就带诅咒物品就好。哦、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说什么教学说什么，如果你没杀鬼就跑了的话，东西要带回家吗？放在车上，对对，自己买的，哦是哦，自己买的药，自己买的药。哦。如果你是自己买的，一定要带回去，不然它库存就会空、欸。是哦，啊，那如果是我死掉了怎么办？那就帮你搬回家了。哎、欸，我根本说诅咒物品可能在三楼，三楼，哦，三楼，三楼，哎、欸，它出现，它出现，哪里？出现，对。奉天之名，驱除孤魂妖魔鬼怪，勿扰此地魑魅魍魉，巫蛇遁形，魂归他尘土。啊？怎么会？哇，你去了？被斩杀了？对，我去了。好吧，不然我们先找完诅咒物品，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先把沙发搬回去。哎呦，我靠！你跳，我跳。好了，他就在钢琴这边呢。哎、欸，哪里呀、啊？三楼。三楼。对。啊！他杀完我，马上飘回三楼，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诅咒物品一定是在三楼的。在三楼，好，等下去三楼。我发现一件事情，死掉了之后不能跑哎、欸，干。对，没错。好慢哦、喔。不能跑。完了，我要把它卡在门旁边。我是东西拿太多，好像不能搬哎、欸。这把门再打开。这什么烂柜子啊？这竟然只能。推进去，烂柜子。有吗？爱丽丝这样搬得上去吗？这样我太肥了。欸、我看到他了。我觉得你的衣服卡在车。啊？为什么我跟米米都死了？我却看不到米米啊，莫名其妙。哦，对啊，你看不到我。他现在也是一直在我旁边晃哎、欸。哦，你动那个车小丢。鬼吓鬼，吓死鬼！那台车好像是哦，小撒那台三轮车跑得快，上面走个。这好像不是，不是吗？所以不是吗？好像不是啊，不然你也搬上车啊？啊，我都搬，我就搬。好，还没，你下我试试看，把东西。什么都当纪念。我刚拿一个东西被他抢走哎、欸，啊有，他从我手上抢走哎、欸，什么东西？哎、欸、不对，我看到跑回这里，奇怪啊。他抢你东西太屌了吧？不好意思，请问我的尸体还没搬回上，还没搬上去吗？我顺利了嘛，顺利搬，啊那快了。那我自己搬，自己的尸自己收、啊。不能搬自己的尸体、啊，真的假的？垃圾。他怎么上去？哦，笑到不能讲话。有吧？爱丽丝，你看我画面，应该是有啊。而且我还破土哎、欸，我的尸体还破土哎、欸，三小。很正常，很正常。有吧？有吧？这个画面，那个我的毛衣的那个袖口勾到了。那我们去三楼。妹妹，我帮你搬下来，我帮你把诅咒物品拿下来。啊，对啊，好啊，好啊。那要销毁它吗？不知道哎、欸，试试看。脚踏车吗？脚踏车我搬上来了。这里。有反应吧？哎、欸，有反应哎、欸，超大五和小丑。所以你拿的这是什么？欸、小丑，哦，惊吓箱子，啊，对他，哎、哦欸欸，你先放着，因为他超销毁，啊，可以销毁，好像这样才能驱鬼吧？有吗？有反应吗？为什么没有冒彩色？对啊，他
他有说他销毁吗？我看推测好像没有。你觉得他算孩童还是算恶魔啊？我觉得他是孩童哎、欸，他超矮的哎、欸，矮的不可置信，小女孩吧？倒立。话说这个是什么、啊？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像那个鼓棒跟那个也不是鼓棒，就是那个敲木鱼的？那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圣木，你在偷吃东西啊？反正是免费，你可以点点看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眼，虎眼。艾伦把东西拿上车了，可怜的、啊。有吗？我们竟然摄影机没拍到，怎么讲？有一个尸体掉出来。什么？有个尸体掉出来？啊，有吗？不是都在上面吗？都在上面啊。我看到喷出来，喷出来了。靠药啊！上次为什么？我的尸体也太俏皮了，喂！哎、欸，为什么？就跟你说的毛衣勾到了吧。袖子破土了，我的毛衣勾到，哎、欸、哎、欸，你不要那么家伙！我不是，这已经不是假手的问题了，这是把绕到旁边去。小帅，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鬼不想要你走、欸，哎，是他在拉你的袖子、欸，哎，是在哭啊！你长那么丑，不要。不想跟你做朋友啊！不用了，谢谢。他刚刚杀第一个杀我，一定是被人杀错，他已经杀错了。他想要的是你，不是我。我在动哎、欸，我在抖动哎、欸。明知抖动。我还没有死，我还没有死。不然说应该要天亮了吧？看这才是最恐怖的吧？等一下。这个袖子到底是卡在哪里呀、啊？拔出来了、欸。袖子破掉了哎、欸！对呀、啊，哎、oh, ，门关起来，它会喷出去吗？尸变，完了，要变僵尸了！快点上车，我们快开车！有了！哇！有没有行不行啊？为什么又被拉走了？为什么又被拉回去？我看还在车上哎、欸。我看的是在外面啊，我看他在车上啊。把小沙拉进来了 ，OK 吗 ？OK 喽，好，开车吧。完蛋了！哎、欸，你们有选好了吗？等一下，你们有选好了吗？我看一下。干，这画面太烂了吧？我是选小鬼啊 ，EMF 没有吧？没有。尸体扫描没有吧？没有。周围温度零，我们没有这东西。孵化，不是孵化那种符号绘画，屋内声音小鬼，嗯，绘画有，然后室内声音嘛，这样。开车，好，我把小萨拉着了，开快点。谢喽。好，我怕你又掉出去。太低能了吧。哎，我又火了！期待，36块，不错哎、欸！哇，诅咒物品20哎、欸！哦，赚好多、哦！收集到的神秘物品是什么？就是诅咒物品哦。啊，为什么有两个？哎、欸，因为我们有测到两个，因为它诅咒物品不一定只有一个。哦，反正你就搬上车就对了。对对对。把他家当全都搬走，我们就发了。那辆车也会载不下啦。嘿，哇！我的驱魔书剩一本，刚忘记带上车了。啊！看一下我的东西，没关系，哈，是那个吗？怎么赚？在赚钱。是那一本高科技，对，哇！你觉得要不要重开啊？要不然重开好一下。好啊。突
破已出。啊，小三，你要挑战英文版吗？也太……没有没有，他那个台词很简单。好哦，你一定可以。好哦。啊，我探测器竟然没有带回来哦。啊，我应该把东西搬，就是当鬼也可以搬回家吗？对，可以，不能搬尸体了。不能收自己的尸，不能自己的尸自己收。English， 嗯 ，Spirit， give us a sign。对啊，你讲完它有变成绿色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好像照理来说，如果念的时候有它电脑有，还是我再重来一次，反应到它会变成绿色。你再重开吗？哦，我重开一次。主要是因为我们嘿大家是纠团，我跟英俊爱什么装那个繁中的语言，想把繁中的语音重拉进去。你说重拉吗？可以这样吗？哎，梵蒂斯史蒂芬叔叔欧法杜莱夫伊加维基拉阿欧伊，那要等你们。Sorry， 下下，好。哎，天爷，夏一墨，谢谢追随。它红字会变成绿色，绿色。可是我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哎、欸。哦，真的吗 ？Spirit, give us a sign。没有哎、欸。Spirit, give us a sign。马博啊。Spirit, give us a sign。哎、欸，有哎、欸，我选中间那个有哎、欸。哦，那你就选中间那个好进来，应该就可以。什么东西？抖内什么 ？VTuber 模拟器？我谁？我刚才也在看米米玩。这边就有点，因为我换成英文了，我刚换成英文了。哦，原来是台湾人做的。更新后不能用中文讲。哎，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这是恐怎么杀鬼猎鬼公司。另外一个看起来很像恐鬼症，但不太一样。哎都哎，你们开好了吗？我的小米腰。哇，我不知道你们好了。哎，糟糕！等一下，我游戏关掉了，闪退。快点！他在那个设定那边好像有个麦克风测试，好像说按一下。我刚刚是按了之后被闪退。我现在测试麦克风好像可以了，就是重拉那个语音的，还有语音的，有分开。所以你是用中文就 OK 了，没关系，我就绕英文。英文我们可以四国语言，每个人讲一个不一样的。我组你们，我组你们。邀请，好了，好。哦，有了。哦，运气进来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运气啊？哎，我在讲话那个地方。哦，我看到你。哎、欸，小米，可是我刚刚就是重装你上次传给我那个档案就可以了。真的吗？对啊。那不然等一下跟你讲话讲话。我们再次去，我们再去一次钢琴师那个。钢琴师，走，上车。什么？我们还可以出国？哎呦，等一下。棒吧。上车。上车，上车，车长开车。
这个为什么是亮的？阿丽丝说什么？哎、欸，还可以观看厕所里的花子。啊，那到目的地你会出来，还是你还在厕所？那我们来瞧瞧，我看一下。你这是怎么又有这个声音？还在厕所哎、欸。你可以出来吗 ？A single entity to be 。是不是有人偷来出门？抱抱歉。An old and strange mansion.Built in 1860，好哦。大家这边跳东西，这太急了吧，迪亚。看一下可以带什么？我来看一下那个驱魔书里面怎么念什么。You who hunt 什么 ？You who h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to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Tha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tha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 so be the will of God. 完美。哦，是让他回归尘土，是不是？以上天之名， yeah. 我命令你滚去你该去的地方，让你的灵魂回归尘土。要架相机哦，架相机哦 ，Go Go！ 哎、欸，有人有拿相机吗、啊？我要这本，哎、欸，这本是啊，我要全自动的。啊，我刚刚有召唤，有那个领了一本书出来了。有，我拿了。好，啊，其实现在是还不用拿，你可以先拿其他的，像 EMF 什么的。好，有我拿 EMF 了。通灵和相机。书有拿的是不是？书有，我有拿笔记本。那一零七人给我们个信号之类的。给我们个。可是英文很难念的很快。现身吧。不会啊，小撒，刚刚中文你也这样说，结果后来不是溜的跟什么一样？有吗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哎呀，五级，珍重再见。我看到，他在门口。哦，是小孩，怎么又是小孩啊 ？Hello， mortal。在这里，这么快就现身了。抖。拍他。有吗？没有，我没看到啊。真的啊，我面对的地方。在书房里面。对。卡在那。我明奇怪靠腰，我明。他在玩灯哦。他在玩灯呢。我刚明，我，哎，他应该不见了。我刚刚叫他，他在这，干他这是什么奇怪的走路方式啊？而且我的相机也太暗了吧，根本就不知道他跑掉了。你可以按 R 开启夜视，可是也很奇怪。哦，在亮的地方，因为那毕竟是夜视嘛。现在前面没有，可是我现在有灯也觉得超暗的，算了，没关系。看到就拍了。我刚刚看他走到这边了，然后其他就不知道了。刚刚他在书房门口的时候是零度。零度？嗯，你怎么知道零度？绝对零度。看温度。哦，真的、哦。下面那个数字就是温度。哎呀，原来那台可以看温度哦。有啊。我以为你说那个只是大概不准。哦，真的、哦？没有，我单纯以为他不行。哦、好、哦，好哦、那现在按。我们要前，我听到心跳哎、欸！哦，有拍摄到了，他在那个爱丽丝后面，他在爱丽丝后面。哦，拍到了。哦，快过来！这里有圣母。真的，他不敢过来哎、欸。我、我刚刚都贴着他了，那个搜索信号都没跑哎、欸，我觉得哎、欸，我刚刚也是啊，就重开还是没用。还是换一零七拿，因为你们的麦克风说修好了，一零七试试看。我那他现在应该听得到。那我没看到一零七。Hi， 我在。Hi kids， Hi，give a sign， give us a sign。啊！他在追！我看到。哎、欸，我厉害厉害厉害！
哦哦哇哦哦 ，perfect。你能在书上写字吗？太哭哎、欸！那应该是关门声吧？哦，是哦，我以为他哭哎、欸。你能在书上写字吗？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 Book? 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 能在书上写字吗？他出现了，他出现了，他卡在你们后面。怎么会在我们后面？他想写字哦，干不要用写字，我把他丢上去。他要用写字，写字写死我了。我上了上面，你烧到他吗？你烧到他了吗？哎、欸、哎、欸，他卡在这里耶，他卡在窗户这边。哎、欸，我没看到哎。Do you want to play again？ 现身吧，现身吧。Do you want to play again？ 砸他，砸他，又想砸他。我刚刚点香了。哇！我看他下腰哎、欸，哎、欸，他真的很怕射箭、欸。射箭，射箭，射箭。所以他是小鬼。不知道哎、欸，能在书上写字吗？能在书上写字吗 ？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 真的，我觉得他不行。写字吗？我觉得不行。我先把书拿去放哦。他跑了。他跑了。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拍到。哎、欸，我每次按下的瞬间他都不见，你是在哭吧？没拍到，马德。看一下他什么东西，有点现实。Hey, how are you? Why are you here? 灵动。Hi. Hi, motherfucker. Hi. Hi. 他不回应我，又不讲话了。哇，他也不讲话。你拿那个通讯。对啊，我跟他讲话。我拿着。他没有讲话。哦、oh, ，这个很难用哎、欸， yeah. 那个到底有什么用？那个讲话，不知道，从头到尾没有听过哎、欸，你耳朵没有反应。对啊。嗯？周围的温度零度。算了，他好像不会讲话，我又把这个丢到车上好了。买的圣木是三只哎、欸。哦，我烧了。鬼魂附近使用圣木，还有枪射击鬼魂。好，让我拿枪。哎，好了，我来杀鬼了吗？都差不多，该杀了他了。话说我没有拍到他、欸，我明莫名其妙。刚刚有一件没敷吗？有有有，五级。嗯，我好像目前只有两个证据。哦，不是这个，是这个。突然会有三个，还是？还是我好像也有那个诅咒探测的那个，我看一下为什么。我刚刚忘了带回来，所以不见了，被没收。诅咒探测机。他在门口右边那间小书房里。我先。EMF Level 5。屋内没有声音。这个诅咒探测器还是谁拿？因为我拿枪、欸，我拿圣木了、欸。哎、欸，为什么有那个？那我好好好，我英文的它有什么写在书上的什么画画、啊，然后字，然后又有墙壁，墙壁写字，墙壁画画，最里面的箱子，白色那台，举黄色那台，对，零度，绝对零度，好。OK，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可能写字在墙壁上？我在烧圣木了，他在我旁边，他在我旁边，他在我旁边。死了吗？怪，我烧圣木没有用哎、欸，圣木是要丢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可是圣木不是用的。你已经死了，我把你扛回去。お前は死んでいる。默默的死去。但鬼魂附近使用圣木，对啊，照理来说是啊，会不会他其实是恶魔啊？他是不是不是小孩啊？烧了没有用哎、欸，他刚刚在我旁边。可是恶魔的话也有使用圣木啊。我跟你讲，我们三个死过一次，下一个就换谁了，很清楚吧？哎、欸，他出现了，他爬在屋顶上面。好了，哪里啊？在前面那边。有点怕。在那个大笨钟附近。大笨钟。啊！哦、oh, ，
我看到，我看到在屋顶上面。所以我要开杀了吗？虽然拿着枪还是被吓到，那在屋顶上面怎么射啊？就往屋顶射。You who have display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把东西搬回去。对，我很好奇它上面那个爬树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哎、欸。啊！哟吼！哟吼！哟吼！对了！啊！我死了！啊！啊！你怎么不念？哇！圣母像变黑了！啊！哇！啊！在哪？哎、欸！哎、欸！乱射！在天花板，在天花板！有，变成那个了。结果死的还是我。等一下，他在天花板那边杀人呢，难怪我们左右看都没有，好扯哦。对，他刚在天花板进化了。哇，我们两个可以讲，可以跟鬼沟通的都输了。他不想沟通。哎，那 OCC 在哪里啊？我可以拿 OCC 到处跑。可以不要让我的面一直在地上磨吗？我这样会破相。我这样会破相，我的我的那个。袖子又坏了，谢喽。对啊，为什么？这毛衣一直被勾到哎、欸，莫名其妙。哎、欸，我们两个怎么都卡在门口？对。嗯，我不是把你丢到车头吗？自己掉出来了。哎、欸，我看你，我看我看你灵动了。好不好？我们两个姿势怪怪的。哦，原来是米米搬的。是我搬的。因为我想说他不是在车头吗？我把他。那不然下次丢到车尾好，我觉得丢车尾比较。爱丽丝，你的 OTC 给我好了，我来拿着。我可以拿什么？哦，你们要去找诅咒物品吗？对啊，小范的袖子真的很好笑。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跑到车头了啦？我发现，要是 GTA 4的那个主角重置的，大概就长这样吧。有人说塞厕所你就不会跑出去，啊、真的吗？塞厕所，好，把我关厕所。欸、我的脚夹住了，那个我不能伸了，那个很痛。那大爷，等一下啊、哦，不是很好举啊，因为你太高了。欸、啊，好像有，好像有。啊，不行，卡到你的脚。嘿。为什么天平龙格变龙格王子了、哦？我现在变闲了，我又死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死了。好了，算了，你就卡这边好了，应该是不会出去了吧？算了，放我一个人生活。现在我们是派代表，派影器在里面收东西。对，我在收刮东西。我两个不敢进去。进来陪我嘛！你这句话很像，其实你才是恶灵吧？我是恶灵。我的袖子越拉越长哎、欸，到底？哎、欸、啊！我刚把枪丢在啊，我好像把枪丢在里面。啊，那等。到底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容易破土？纸掉被埋在厕所里。附近哦，对对对，我要把枪丢在这里。我拿书，从头握。哎，不要算了，我去看看你们要不要找诅咒物品吧。我来搬。这个沙发竟然有到16哎，怪怪的，这沙发的你在几楼？你在几楼？爱丽丝这边，你有看到前面有个沙发？这个没有，这搬不动吧？哎，我看到他一楼哎。其实16还是要用那个什么。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在楼上。他刚刚在本兽的样子。16点。在浴室啊。你上楼上的这个位置看看，也有可能。啊、我也要上去哦。哎，是我跟他上去。好，就是。在做事可以。哎，可是我那个沙发没有。上去以后应该是右边吧。对。米米，不要怕，我在你后面。这样听起来更可怕。
个门要拉的。来开灯。八到九这边。八到九。这间呢？这门怎么难开啊？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恐鬼症的那个好像做的比较精细一点点。你说鬼吗？也不是，就是感觉互动吧，就是模组互动什么的。在楼下面有人死掉吗？没有，他在玩中。哦，想说什么？这个撞球间没有东西。他还在我这儿，他不是。很气哦。觉得他在要来我找我嘞，我很怕。他在玩灯，他在我这边。结果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在玩灯。但是他没有死掉，他刚来找我，被我射跑了。但是我觉得快没弹药了，别好可怕，我们还是上车好了。东西记得拿走。有。话说有那个吗？那叫什么来着？我去拿这个手电筒，这应该是我的吧？可怜呐！啊，这个玛丽亚像黑掉了，不拿吗？黑掉了就没有用啊？是哦，那应该是免费的，免费的不用拿。对啊，这游戏的鬼可以一直杀人，还可以追到车上，没错，很派，超派的。你们不找诅咒物品吗？为什么还在抽动？活着才有人才，我要活着挣钱呢、啊。好好哦，帮你们关门。来看一下。107还没上车吧？还没。哦，抱歉，我看不到人。ENF Level 5，看到有一台 OCC 飘过来。你没 sign 零度，他不画画。然后他有声音吗？屋内声音吧，是他有关门的话。屋内声音有吗？关门玩东西算吗？还是不算？不知道不然就先选好了。我要选孩童吗？都上车了吗 ？Child。选孩童啊，不晓得是不是。你们都上车了吗？有，我在车上。小撒也还在，小撒的尸体很好，躺在这边，乖乖的在这。小撒的尸体最调皮了，我也不知道死还能调皮。啊，对，是孩童，对，是孩童，27块，天都是孩童。七等，七等，快八等了，可以买温度计。不过我觉得这里的鬼是比较不恐怖啊，长得。对啊，这里的鬼比较没有很恐怖。靠背哦，这个娃娃，我以为他吐假牙出来。好，走，上车。上车，上车。我买了，我刚刚买到没有钱，63块。Let me see。我好想买一台。我还是一等的小嫩嫩，初心者。我现在其实一场蛮快的，已经有经验了。是得要死赚比较多钱，对，差好多。当然不能这样，好急呀！但是这能怎么分工啊？是我们刚刚都合作的很好啊，很好啊，特别分工，我帮他们拉仇恨不错吧？伸着手电筒再伸个。
诅咒探测仪，这一个。我这么嗨，就直接自己走进去。好有钱哦，买蛮好的东西。没错，我还有买了拍立得跟自动型鬼魂笔记。有钱人呢。对，看一下手。不是，不要再坏掉啦！我进来喽。你们在哪？你要进来。小帅跑步要找好笑。小帅，我要跑给你看，你先走进去。对，你先走进去。你看我，这脚也太开了吧！老婆的样子超好笑的。Hi, how are you? Hi, can you hear me? 你能在书上写字吗？你能在书上写字吗 ？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Or you are idiot. O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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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哪里？好拍。哎，我这样有拍到吗？他是光头哎。光头大叔。光头阿嬷，看起来像女的。哎，我有拍到他就不算，你在哭我。好阿嬷哦，好恶心！不是啊啊，不是啊，他妈的，我们就拍到这，又不算，妈的，都这样啊，好啊，谁在叫？他在玩门吧？嘿、hey, ，grandma， 他在前面，他在。嘿、hey, ，grandma， 在前面 ，grandmother， 他不见了，他刚刚在这里出现。Hi。How old are you? Oh, oh, 他应该在这附近玩摄影机，怪怪的。Oh, 很高很高。我看到他。他是不是？41%了，我扫描41%，有用有用。我来了来了啊！在旁边，哇吓我一跳，不见了，他刚闪现一下。我好像看到他来了来了来了。嗨，那个他不会要写字了吧？卧槽！什么？他写卧槽？太没有了。他是不是在模仿那个奥运选手、羽球选手？51%，他在我这，他在我这，他这个门转角左边，左边有哎，52、53，完了完了，他出现了吗？为什么我？我进来，然后就变绿色的，好奇怪哦！有了，来了，来了，跟他下腰哎，好屌！哦，他下腰哎，他又站起来了。好，扫描完了，扫描完了。DX， 所以之前是真的都没有信号就对了。对对对，之前可能是真的没有信号。我要先上车了。先回车上啊！我还没照到他，你没有照到他吗？嗯，为什么会变绿色？是只要有人开，东西变绿色。我的相机啊，我的美肤是哦，那你按 R？ 没有啊，可是我自己没有按哎、欸，它就自己变绿色的。你按按看。啊、我是按 R， 它才变綠色。哎、欸，会、欸、会起哎、欸，好智障哦、喔，联动哎、欸，这什么奇怪的联动啊？你按我也会变绿色的、欸，我想说现在怎样？EMF 是5吗？对，然后那个 DX 1900，有温度吗？对，我还没带那一台。哦，还没带那一台。它有写字吗？那台没有写字，还没有写字。好、哦，它也不跟我恭维。好，反正我先带着吧。他可以上车去看。那你拿相机好了，我一直都拍不到，莫名其妙。
我拿杀鬼的，我拿 OCC 跟书看他会不会写，所以我是觉得不会，要会写好像早写哈。算了，那不拿书了。我都带着十字架跟相机的。等一下，我把书换掉好了。我换拿诅咒探测物品，双探。好赞哦，都没有进去就解了好几个线索。哎，Grandma， 哎，Grandma， 啊，出现了，冲过来了，你有没有看到？有，哎，现在是长得比较可怕哎。现在我可以杀他了吗？找我啊！我可以杀他了吗？找我吗？应该没有吧。视线有点不好，是因为手电筒关系。我可以开杀了吗？可以啊，请。欸，他在叫。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land of the Lord. 太慢了吧？很难耶。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t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名就欸，彩色。有了欸。彩色那啥？念到他了，是有。有效欸，欸，这本书好棒哦，耶！我刚刚看到爬树欸。哦，所以彩色是我干掉他的，是不是？对。哎，还太远了吧？我这样也能杀他？哦，等一下，那我们上车去看。他已经死掉了。不一定，应该还没死。他是死掉是变成烟火。对，死掉是烟火，彩色的烟不一定是有杀到。哦，所以有对他致命打击。烟火应该是就是我们该没有，他还没死，都要做到，他才会死。哦，是哦。他是哪一个啊？觉得证据我都收集的对。啊，我一定要念那么快哦，很累。是金雕骚灵哎，应该是骚灵或恶魔吧。闪光灯拍哦，让我去拿闪光灯。我买一台闪光灯。我想说那边怎么放烟火？对，我有买一台拍立得。有哎，我觉得有可能是。哎，我看看哎。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to back where you come from. Le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le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 So be the will of God. 没有啊，零。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t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From. 这边太多人了，好像有点。哎，可是我用闪光灯照他。Le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le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 来了，会不会太远 ？So be the will of God. 刚刚有在我旁边啊。没有哎。没有啊。还是他是恶魔？我觉得他应该是恶魔。真的？要不是恶魔，就是杀你的。杀不死哎。可是要是恶魔的话，袭击的时候会发出笑声。你们有听到笑声吗？没有。零。我是没听到。而且拍立得。恶魔也可以用拍立得啊。啊，我第一次什么成功？摔倒了。欸，我看到他上楼欸，啊，我看到他上楼欸，好好笑。真的吗？好，那我们去楼上好。大家一群不敢上去的人。是因为他自己都来找我们。有声音呢，现身吧！那我叫他，好，还是我要面对着他？有可能，哎，16哎，现在16哎，看他在这边，他在107前面，107，赶快跑 ！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t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Le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Le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So be the will of God. 我刚刚有看到有变彩色的啦，有又有。先生吧，那就是可能缺枪吧，我们去拿枪。好累哦。其实我觉得念英文也小炸那个，我觉得应该 OK。彩色的，刚好念到哎，应该可以念。啊，我是要念几次？天哪！去铁枪，可不可以给我一把 RPG 就算了？这样应该比较快吧。
欸，我看到他。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to, to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啊，等等，我刚刚看到他冲来这里。回去，来，他又回来了。Le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Le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 So be the will of God. 哦，烟火！有了，有了吧？有了！来拍烟火。其实我发现不用念很快啊。我刚刚后面没有念很快。但是只要前面有念到就好了。对对对。所以他应该真的是恶魔吧？因为我们有用枪、跟闪光、跟书。那是恶魔，对，他是要念咒来攻击，杀鬼都没有人死掉。对，拿诅咒物品，对对，哎呦，驱魔了哎，哇！那117，你顺便拿那个诅咒探测器，我手上有 OCC。哦，我看到了，探起来，探起来。哦，随便捡啦，随便丢。这个 OCC 都变零点几而已，是因为鬼杀鬼了之后就可以随便丢，好爽啊！还有探测的道具可以拿吗？可能没有，因为 我手上的是免费的，17手上的是付费的。我拿小米买的，这个比较准。没有没有，我觉得枪然后再配念咒好像比较好，每次好像每次都这样杀的，上次好像也是。对呀、啊，你说我们第一场。原来我是神官来着。你找到哎、欸？如果鬼都死掉的话，还会有驱魔，还会有灵诅咒物品吗？好像还是会。不确定，看看。我现在数值都变超低的、欸，顶多一而已，都零点几。目前是没什么反应啊。对啊，但是因为这里洞很大。哎、欸，有剑哎、欸！哦，我要带回家。下去好。我看到一个很恐怖的、欸，看起来像十字架，而且还放在床上。什么？哪里？在二楼。对对。你的剑比较帅，这十字架好弱哦。我要拿剑走，我要带回家当纪念品。哎、欸，哦，走下来是。御剑跟着我。哎、欸，我的剑掉了。好暗哦！我走这里看看。我觉得这边有一。我拿到了大师之剑。有个门。打不开啊！门应该是都打开了。好。兔子吗？试试看。兔子带回家了，什么都带回家了。哎呀，这有地下室哎！好。对啊，有地下室哦。哎，等下，等我先把这个带回家逛。我先把这丢这好了，欸哦、我怕他等一下不见，算了，我还是先 拿到车上好了，我很怕。哦，这是大型的圣母玛利亚，哇，这是棺材，可是那边真的没反应的哎。我觉得我有捡到哎。那我可以拿个，对吧？哎、欸，可以耶。嘿，带回家。耶、yeah, ，我把剑带回家了。但是你带那把好像不是诅咒物品的，没有反应耶。这个感觉很像。啊，你们来一楼，我这边这把竟然感觉是。我要去逛地下室。地下室在哪里逛啊？对，你就那边，然后左转那栋那扇门可以往下。哦，旋转。哎，不是啊，这被木头给挡住了。哪里啊？这里。哪里？嗯？等我带你。卡在这里。OK。入口进来的。啊，为什么有一个有点火的蜡烛啊？好扯哦。哎，我发现就算你们开门啊，它这个也会因为 bug 然后。对啊，好像是。然后你是不是又带我走错路了？你们在哪里啊？你不是说要测量吗？我不知道，迷路了。我怎么没看到你们？哎，又一把剑，我就拿走了。哇，
我在一楼。好好好好好，这里奇怪了，我也忘记，我也忘记那个在哪里。地下室在这，在这个门。你们在哪里啊？这把剑，这把，对，没反应哎、欸。那个地下室在哪里啊？我跟丢米米了。先回大厅、啊，先回大厅。哦哦，嗨。对，是这里吗？不要不要让我带路啊！我等下又带错路了。爱丽丝知道，爱丽丝。好，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没有哎、欸，是不是死掉之后再测诅咒物品，真的就没有啦？哎、欸，所以我要跟爱丽丝走，是不是？你在哪里啊？哈哈哈哈哈！哦，嗯 ，OK， 我看到了。下面很帅啊！下面看起来超恐怖的、欸，超级阴森的。要是还有鬼的时候，绝对不想要绕到这边来。还好吧，看起来没有很恐怖、啊。不会，我要把这把这个桃木十字架啊带走。我根本小偷吧，我在搬人家东西。哎、哦欸，兔兔，呵，那我们，我觉得我已经绕一圈了都没看到，我们先回家好了，反正有杀鬼了。所以都没有那个、哦，都没有反应。我刚刚绕了一圈，真的没有反应。回家。哎，我有两个战利品。把兔兔搬回来了。你也有一个战利品。嗯？还有人没有上来就关门了。我刚刚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诅咒物品。哎、啊，你们选好了哈？等一下。Wait. EMF DEDX1900，然后房内的声音。啊，类型呢？你们是选哪一个？我选恶魔哎。我也选恶魔。那有那个吗？有温度吗？没有，没有，温度没有。好，开车、哦。OK， 好了。好，这场应该就先休息了。你说这一场还是现在？这场玩，这场玩。好好好。是吧？哎、欸，为什么在厕所里？啊？哎、欸，不是恶魔，是骚灵哎！啊，被扣钱了。啊、真假的？被砸里扣。我操！这样子就差了一点钱了。对。太可惜了。我要。谢low胆的揪团，哇，超衰的，恶魔跟骚灵的完全一样。哈，恶魔跟骚灵完全一样，就是他们的驱魔方式完全一样。我要买比较贵的咯，我要买超自然调查员，挂号中，我三级，简单的哟。中点，他说强大灵体拥有三到五件复杂的驱魔证据，至少三件，最多。哎、欸，107你八等了耶，你可以买温度计了。可以的。哎、欸，摩科九九露大小抹茶。我买两只好了，哎、欸，不要好了，我先买一个那个 M， 你买一个那个 M 就是 OCC 又买的可以检测那个以及那些梦中抓鬼，要跟林正英一起吗？好穷。道理你都懂，为什么这只川川这么大？因为它很近啊。你上车。啊、我知道啊。那它为什么大？至少保命的可以买一些啦，十字架之类。好，等你买。买好再跟我说。好，我买圣木好 ，OK。OK 了。出发。为什么我觉得三级还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买？
就他是不是骑士等级低的？可是你已经升很快了，我们前面真的是像在撞墙，狂死。哦，这个直接穿越这个板子。The mayor of this little village contacted us. Finally, 我都先生一下。我刚刚有放十字架。所以消耗品这种东西就是用完就还要再买。欸对，如果是像什么盐啊那种好像就要再买吧，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没什么用。我看看，可是我的东西还在用过的。真的吗？那可能好像有驱逐成功就会再回来。哦，我看我的盐巴好像没有减少。哦，爱丽丝很大胆，一个人先冲进来。我都先帮大家开灯。哦，他都这样啊。好习惯，好习惯。至今还不知道铜铃盒有什么用。对啊，我也是哎、欸。我这里，哪里？我在你旁边。你是小妹妹。其实你看到了。你能在书上写字吗？你能在书上写字吗 ？Can you write on the book? Book? 感觉我要去拿什么？哎、欸，他出现，他在小萨附近。嗯。我觉得他从你们旁边冲过来。22%，26%，28%，30%，31%，32%，33%，37%。41%，44%，哦，你很大胆哦！哎、欸，有，他在我书上写字，他在我书上写字。51%，他在楼梯口。55%，58%，60%，64%，65%。要吃到多少？100。嗯 ，Hello。我先回去拿个摄影照相机好了。嗯。相机在我手上，录影机我没拿。啊，录影机我拿了，那我放在中间那边。哎、欸，停在65。没有拿相机吗？相机在爱丽丝那边。好，我回去拿别的。那温度计有吗？温度计在我手上。哇，可是它17度而已。好，我觉得我们很 OK。它没有，它才17度，完全没什么反应。你有15拍。感觉没有用，是小孩吗？嗯，小孩吧，对。我去换东西好了。哎、欸，我刚刚拿66 76 78就是，哎、欸、哎、欸、，DX1900，他在追着爱丽丝。我在跑了。你有拍爱丽丝？把温度计拿回去放好了。哎、欸，这是小孩很难呢、欸。有，我拍到了，三颗星，赞赞。哎、欸，我拍到了。看一下，哦，哎、欸，还两层。没拍到。那有叶美我没拍。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拍都有拍到啊？我没拍。哎、欸，而且不是，为什么我这两张黑的、啊？到底有 EMF 吗 ？EMF A 多。确定应该要再试一下。哦，好，好录到它了。那温度呢？温度没有，它一直都17度。啊，EMF 5是不是？燕西那台先留着好了，要、啊、不然我现在他有写字吗？我这台先留着，因为这次驱鬼很难哦。这次驱鬼要用圣水清洗五芒星。这个超难的，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圣水清洗五芒星。他说你得先用摄影机或是照相机找到之后，才能够用拍立得使其隐藏。你要有一个人拿摄影机，然后一个人在车上看，然后有看到的时候跟他说停下来之类的吧。然
然后要用拍立得，所以我们底片要留着。拍立得的底片吗？一个拍立得，你有买一个？好，叫我的买的。那小米，这个还你，我拿我的。不会，你就放着，就放着。这次比较难。我再拿一个拍立得。哎，那个什么、啊、扫描是什么啊？刚刚好像没听到扫描的证据。我看。DX1900 哦，900那个好。Yep。我嗯，还有一个，那我先拿那台比较溜工的。只有三张。文字吗？对，文字，在这边地板上。Hit dead。哦，它驱鬼方式都一样的吗？欸、没有，你按那个，你选到小孩之后按。下面有个绿色推车、oh. 你按下去之后他会教你说这一只鬼要怎么去、每只不一样，所以他不用念咒，他只要拍他 camera 要用拍立得拍到，对 shoot the enemy with the 零八拿起，所以他到底是要用什么色啊？他怕十字架吗？他怕死是这样，所以是要用拍立得下拍他的。小鬼感觉比较怕什么？哦，他是小鬼啊，那是。我发现用成英文之后特别难看。这。哎，等等，我要去拍他。在哪里？Show yourself.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谢尾鱼的订阅，感谢。有那声音吧。七夕快乐。有玩到音效的感觉。对对对。我有点难跟你们讲话，因为哎，可是我们刚刚这里有其他人，我现在是关麦的状态，我现在要开麦了。要一个来找诅咒物品啊！哎，可是他杀鬼是还是我们就留一步，然后先做其他的。什么清洗五芒星啊？最后一个杀他。对啊。哦，懂了。是要怎么清洗五芒星？小撒那个拍他很贴近的时候拍啊，清洗五芒星的话，你要先拿相机。哦，看到。我的。哦，他在哪里？我拍到了。哦，有冒烟啊。他好像没有冒彩烟呢。真的吗？嗯？所以哪个步骤先都行吗？嗯，好像是。所以你这样等于有拍到他吗？确定耶。再来要用盐丢它，要能够用盐。有拿盐巴，现身吧。他刚刚瞬间就拍立得有张数限制吗？有，你那只有五张，而且我们要留个至少一个底片拍那个五芒星，所以对。哎，小米刚刚在哪看到他的啊？一楼这边，就楼梯这边而已。现身吧。健身吧，来了，那里，你前面，往外面走。我的妈呀！八嘎八嘎，他冲过来吓我一跳。等一下，卡住视角。我看他干嘛？哎呦，彩烟，彩色的，耶！太好了。好，那另外一个，再来是用盐巴。有，我刚刚就是丢盐巴。哎，那水是拍照拍到还是盐巴拍到？是盐巴变黑色。刚是盐巴的。拍照可能还没，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拍立得照他了吗？还是要？要。感觉拍立得好像他在拍一下，刚刚没有冒烟。哦。在这一间。那我等一下拍看。好啊，给你拍。嗯，反正谁在就谁拍吧。
在谁面前就是一拍。我在想说要不要去拿那个可以侦测诅咒的东西。好啊，爸，我去拿。好，好。我有叫出来那个可以侦测诅咒的。好。你在哪里？你在哪裡 ？Show yourself。你在哪里？这里都没有灯哎、欸，好讨厌哦。来了，在爱丽丝那边。你们在二楼。哎，都只有白色的哎、欸。好，我很近拍到它了，都只有白色的烟哎、欸。白色的烟不是好事吗？好像说彩色的才算是那个光影效果。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拿相机。我去拿相机。哎，相机在谁那边啊？我丢出来了。哪一个？我想说已经车上，好好。我想说已经拍到他了，就因为我们要找五芒星。嗯，五芒星不能用拍立得拍吗？是要用那个拍立得拍吗？不是，五芒星你要先用相机找到确切的位置，因为五芒星是透明的。你要先用相机找到确切的位置之后，用相拍立得吧，让它现身，然后再用圣水去洗它的样子。太麻烦了吧？照相机可以找它的位置哦，不是用那个。好像是，因为你看，你把书打开来，它意思就是这样，不是吗 ？Hello。为什么我的驱鬼方式跟你不太一样？哎，我告诉他。哎，是海豚吗？哎、啊欸，他追着那个爱丽丝。爱丽丝哪里？不是孩童吗？你不是选孩童吗？嗯，对啊。然后是文字撰写在书上哦，是文字，不是图画哦。哦，我没有用这个文字撰写在书上。人对。哦，那有了。人。跑出来，所以我们要先想办法用相机找到五芒星，太难了吧？好啊，这个有点难。他五芒星有容易出的位置吗？没有，我们也第一次解这个五芒星的任务。可是小孩子的鬼是每一次都一样吗？没有啊，没有啊，你任务有没有选？对啊，我觉得这没有，我是说他杀鬼的方式，就是每一次种类一样的话。哦、因为这一次是困难模，比较困难一点，跟刚刚比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这一次杀鬼的方式也比较难。嗯、我刚刚看到他在楼梯这边，怎么不见了？现身吧！有吗？现身吧！重生吧，钱鬼！我还你原形。哎、欸、哎、欸，他在那个，不是要来找我吧？你看他，他刚在二楼，喂、欸，二楼，他在爱丽丝旁边、欸、啊，我看到了，小偷坏到了，有啊，有彩色吗？可是没有彩色，是白烟呢、啊啊，那还是不行。啊？为什么、啊？还是要先找到五芒星、嗯，还是要照顺序？那也太麻烦了吧！哎、嗯、，Where are the 五芒星 ？Where is the 五芒星？我在用相机。哇！他爸爸，你不要不要不要！敢他要跟着我，我只能用拍立得。对，没办法，对。会不会他五芒星在楼上啊？对啊，我楼上去找。我现在在用相机。说要用夜视看那个。是吗？我现在有时候看。算屋内音效吗？因为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很难看懂到底什么是五芒星啊 ？Hey Keith, where is the 五芒星？啊，来了！欸、他五在上面。他在天花板上哎、欸，下
面有那个玛丽亚。哇，你自己一个人到地下室哦。感觉地下室有可能会有五芒星耶。好吧，真是不想要接受这事实。为什么他不能够在正门呢？他为什么不能把五芒星画在正门？有人这么会画的吗？画在正门。如果是我，就会想要把五芒星画在正门。为什么？驱魔辟邪。会不会其实六芒星才有驱魔辟邪效果？真的吗？这有很讨厌的声音，有滴水的声音，对，滴水的声音，没有哎、欸，现在啊，他在门口，他跑下来看我们，好好笑，他跑下去了，哦，因为那个圣母像哦，丢得很及时哎、欸。还好我随身携带保命的东西。哦，那这边有，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五毛星吗？没有，这里没有五毛星。那应该在上面。他 EMF 应该是四级哦。好，画面真的很小哎、欸。EMF 四级。哦。我找第一个。这边好像有诅咒物品，我侦测到。兔兔吗？有吗？你们有拿兔子哦？我没有、欸。嗯？哪里？你这边有反应呢、欸。那我才是兔子，把兔子捡起来。嗯？可是兔子在哪？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兔子、啊。等等，哎、欸，等等哦。这里哦，我这边没有底片。小少，你还有底片吗？我的。不行不行。你没有看到兔子，在这里，在这里。刚刚本来没有，然后、哦、我没有看到兔子、欸，带回家。现在在我手上，现在在我手上。哦，他五级，他五级，五级什么东西？哎、欸，我底片剩一个、哦。哇，没关系，我们好像还有一台。我可以再叫一台出来。我先把这个拿上车，先换个东西。刚走那边卡卡，一直过去，原来是口兔子。可是我到现在还是看不到那只兔子。有啦，它在车上，它在车上，它在车上，有吗？手上。那你没看到吗？没有，零。在这里耶。零。真的假的？哎、欸，它在外面，它，你确定？关门吧。哇哦！这么凶的吗？关门吧。我刚想说在楼下等你们，他就在你后面。我拿 OCC 再测一下，一定是的啊，因为他刚刚是拍了之后才现形的。哦，没有啊，他解那个任务的，因为我们 OCC 好像没有解到。高不死。我的那个嘞，帕利德嘞，都不见了。嗯？这个是我的吗？掉在地上，那是你的还是我的、啊？哎、欸，这边还有一台相机，你们可以拿两台相机去找，这样比较快一点。反正地下室是没有。哎、欸，那你们刚刚帕利德用完了吗？这边还有一台。没有，我在手上，他刚 bug。好，通灵盒他不讲话了，我丢地上了。那我拿相机找了。拍立得、欸，可是他超暗的啊，哪看得到、啊？你拍了几张啊？拍立得还剩几张底片？我剩一张，剩一张。要换一张吗？我这边还有新的。运气了嘛？那他拿就好了。走。没有，我往楼上去找好了。这里边左转也可以直接上楼。哦，好啊，那你带路。但是相机太亮，我可能就会看不到。
开始带错路了。啊、等一下，带错路了，不是这里，我又迷路了。我不相信你。我记得是你呀、啊，奇怪，那是城堡。你们现在在哪里啊？城堡变形了。哪个城堡？哎、欸，他在这附近，他在附近。我看到了。好笑。完蛋，路痴带路痴，迷路。欸、五芒星长什么样子啊？但其实我爬上去了吗？对，我在上面，我在上面。好。五芒星，他在五芒星，他在楼。五芒星有可能在墙上。屋顶，他在屋顶，他在屋顶。看到了，他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倒着走。嗯，太难了吧？如果他会发功就好了。到底要怎么用相机？我一直看相机，然后被跑过来的人吓到。哎、欸，他好过来。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出现了。他在这个房间里面。我放了一个，哦，我们有两个圣母，我把我的拿起来。哇，我一捡起来圣母，他脚下乱窜。看一下哦。啊，这算屋内声音吧？还是说？到底有什么是五芒星啊？还是那只兔子？不可能，它好像在这哎、欸，它好像在桌子这边、欸。我刚刚有拍它啦。等等，我的圣母怎么不见了？在椅子旁边。在椅子旁边。在这里。在这里哦，在这里。只要一把圣母拿起来，它就……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它卡住了耶。嗯，我们现在是把它卡住了的意思、欸。一直他在门口哎、欸，真的，哇！因为我的他现在很想杀人哎、欸，对，他超想杀我，是不是因为五芒星真的在这附近啊？哎、欸，杂讯很多，杂讯很多，还是等一下他出现的时候，应气你先拍他一张，好啊，可以、啊，让他暂时不要出现，然后我们才能赶快来找五芒星，先把圣母捡起来。他现在在外面。哦，哎、欸，谁关门？这个门很烦哎、欸。里面关门吧。哎、欸，好好好，看一下。难哦，到底要怎么看得出来？我跟你娘的！哎、欸，在我这，在我这。哦哦，有，好好好，太好太好，有拍到有拍到。好，赶快找，赶快找。五芒星，五芒星。灯可能要先关掉，不然我都看不到，灯会太亮。好，对啊，灯会太亮，会完全看不到。书房吗？这里书房。对啊，你到哪里啊？好暗哦，这边真的超暗。我看到，我看到。啊！哎、欸，干在我这，妈的你！有他又来了。这样你们看得到圣母吗？他在，有有有有，我先杀了他好了。啊。真的找不到哎、欸，找不到哎、欸，长怎样啊？讨厌，我们真的是整间逛过了啊。还有楼上吗？还有楼上吗？哎、欸，他又出现，他又出现。对啊，他又出现了耶！哇，这样子，我现在只剩下三张而已哦。好好好，真的有五芒星这种东西吗？他是在这里耶。你们有放圣母像吗？还是？哦，他一直接近我，圣母像太黑了，圣母像太黑了，真的太黑了吧！我现在只剩十字架，那十字架没、欸、好像没有用，对不对？我怎么记得这里可以上天台啊？那在哪里、啊？我跟你念，你看在这里，在我这里，哪里？啊，好的，就在这里，天花板。哇，结果拍照它还不会变比较不正哦、欸。啊，找到五毛星了，找到五毛星了，这里在哪里、啊、这边地板上拍，这边地板上。你脚下吗？在附近哦，在附近哦。啊，我说。我拍个地板。我有放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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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可是有人有带圣水吗？没有哎、欸，我看一下，我来车子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地板上有白色的五毛星的？哪里？在哪里？而且还有，真的吗？哎，不然你们看我的画面。啊？而且四周还有放东西耶。所以不用带相机了吗？相机可以不用。它又要出现，它又要出现。哇！怎么又死了？谁死了？来不及，来不及！哇！电梯。所以到时候是拿圣水，然后跟拍立得吗？不用拍立得了，不用拍立得了。那哦，那就是洗就好了，是不是？对，只要对着那个五芒星撒下去就好了。你们在哪里啊？欸、二楼。二楼。我要把我拍立得捡回去了。直接丢，超好笑。好扯哦，他狂杀人呢、欸。对啊，连杀、欸。可是刚刚有圣母啊，为什么还可以殺人？对啊，我有丢圣母。哎、欸，等一下107走这边比较快哦。你走我这边比较快。那个我有点，等一下我找一下是这里。不好意思，我有点迷路了。你也迷路了。啊！这边。爱丽丝的尸体在这里。等一下，我再捡。那个我要怎么上二楼？这里，你下一楼。欸、对，天花板。对，这里进去。拍立得飞起来的，那是我。哦，在这。好，走，我们赶快先。尸横遍野。快，我带你去。看他在前面呢，不行，我们先回头。等下，我有拍立得，还有一张。躲起来。不是吗？你有拍立得，他在你背后，他就在你背后。有了，拍到他。好，赶快，我们赶快冲上去，赶快去撒那个，把它杀掉之後。在哪里啊？直走，左转，走到底，左转那一间。这里，门开开的这间。对，你就直接对现在这个地板丢。哎、欸，他在房间里。但是丢了，为什么有彩色的烟，但是他没有？它没有变成烟，它变成彩色的烟，没有变烟火哎、欸，那一瓶不够吗？但是我看五芒星已经不见了耶。五芒星不见了。对，五芒星不见了。可是我看驱鬼没有成功哎、欸。嗯，所以还是要按步骤啊。你再用拍立得拍他一次呢。可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底片。完了，老哥吧。只有五张对不对？你回来拿我捡回来的这一台，在你面前。在哪里啊？你可能要对着那个。没有，我已经没底片了。我刚拍到。哇，他在五芒星这边，他在五芒星那边。哇？啊，你的拍立得在哪里啊？这台。我的拍立得在车上。在车上。我去拿，我拿去给你们。因为我刚刚死掉，我没有带回去，它会被没收。好。那小撒扛107，我扛那个，你们也回车子、哦。好，你要回来车子吗？我回收尸体。我扛爱丽丝，你有拿吼？你有拿吼？我有拿。你有拿吼？迪迦啦！好，我们先把尸体放靠近一点，啊，不然都到这边拿到车上，欸、很好甩、欸。爱丽丝很轻诶、欸，怎么甩都不会飞走诶、欸。我看到你在玩尸体，所以衣服穿的比较少，不会躲在门上。你要玩尸体？捡尸。哎、欸，你们两个男生去捡个尸体，一人带一个回家。来，拉一下，拉一下。好，拿。卡在门口，你卡在门口什么意思？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等一下我没拍到他啊，不然小撒，啊、不行，你卡在门口算了。去拍吧，我看一下拍立得在哪里啊？在我这边，在你那边是？那我有什么保命的？大管的保命的有用吗？好，你带着，说不定有。好像有，我去做一个。哎，死掉还能做吗？好像可以，死掉好像也可以生成吧。我们看能不能够在门口就叫到他好了。Show yourself. Show 来了来了来了。
哪里？哎、欸，没有用哎、欸，还是白烟呢、欸。我们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缺少什么、啊、不然等一下你用枪喷他好了。好，好啊。可是我刚刚没看到他。没关系，没关系。那你站在里面，然后你跟他说 show yourself。Show yourself 。Show yourself。哎，我看到他了，他往里面走、欸。Show yourself。Asshole, fuck. Fuck you. Show yourself. Oh, 我看到一个会飞的圣母像。身为鬼魂拿那些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思考看看，不然我看我把能拿的全部拿了，全做一遍。Show yourself.哎、欸，看到他了！哎哎哎，没有用哎、欸，他冒，他冒白烟，是你拍到他吗？没有低温哦，是你射他所以冒白烟、哦。奇怪，到底？那如果我射他，你再照他呢？没有，已经可能没有底片了。哦，什么？还是说我们又要再拿那个驱魔书来吼啦？我去帮你拿驱魔书给你吼。这么吼，只能念几把可能哦。大管的给你拿不？呵，来，交换礼物。爱丽丝是在捡温度计吗？其实你拿大管蛮像摄影机的，你知道吗？我也觉得你好像不能开诶、欸，他应该在你后面。现在就是个、捉鬼实况、啊，因为我们没办法按右键、啊，我们还要擅闯鬼屋，然后，哎、欸，还是你直接念了，反正这一本是可以直接念的。好啊。You who haunt this plac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command you 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Let your soul return to earth. Let your body return to dust. So be the will of God. 有跑趴、欸、但是，哎、欸、成功了！啊、yeah, ，因为我刚刚看到楼梯这边有冒彩色的烟，耶、yeah! okay. ！我成功了。我发现他根本不用念很快啊。对对，那本书的话好像不用。哎，都因为书。对对对，所以东西要拿回家吗？书要拿，书比较重要，书是付钱的。东西要哦，所以这个箱是那个吧？什么拿？箱是免费的。那枪呢？枪是天枪，枪也是免费的。枪也是免费的，好吧？对对对。看有什么温度计啊，还是测量的东西啊？哦，拿了温度计，我拿了。好，走吧走吧。好，超级客家，一个都不能少，一毛都不能少。耶、yeah, ！我们最后是有列成功，而且这是困难的耶。这是困难的吗？对啊，这是算是中等难度，这是中等难度。我想说我们这么厉害，困难都过了。这一关是花钱买的，看来我是40块的。看来你们怎么关门的？我是驱魔师啊，等你们上车。我是神职哎。哎、欸，所以听英文的好像比较有用哎。真的有可能、欸。哎，我们的温度计有捡回来吗？好像看到。嗯、小撒有捡。有啊，我丢在地上，你有看到吗？啊、那我开车喽。我关车门，走吧。等等等，你们选好了哈？还、欸？对，我看一下。证据三个对不对？有温度有吗？不然房内的声音吧。房内的声音再加上去之后，那个驱魔步骤就会加上驱魔书了。我觉得应该是房内声音。啊，有哎、欸。那有。开通 ，OK。好，没问题。走喽。好强啊，我们。真的。嘿嘿。我们现在是抓我们是鬼杀队啦。我以为是咒术师。咒术回战，无量虚空。哇，直接加200哎、欸，你们有100。
我们才185块。我也是118。而且我们找拍到两张照片，还找到两个物品哎、欸，好亏呀、啊！超强，好了，死掉真的超亏。嗯、啊，物品有吗？下次约。我也该修了。好的。好我。少女鬼杀队。真不错。感谢感谢。啵啵。晚安，晚安，晚安。哎，我这边就先关掉。你们要干嘛？要 B4B 好像要改良了，你们要玩吗？他就是反正就是说我以上帝之名就是命令你回去你该去的地方，让你的身那个什么回让你回归尘土什么让你的灵魂回归尘土。